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，请起立。起立，大家请坐。咱各位第十六期的高级班的学员哈，也是咱的同心啊！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有精神哈！今仔日看到咱足侪少年的来，哦，这恁特别咱欢喜的哈！因为恁可能第一届听到我讲课，啊，所以呢，对我个人啊，稍微一点啊爱认识。我讲这个老师是咧创什么？我哥呀吼！我1940，嘿，讲起来，第一个大战中我是算一本囡啊，还是中华民国1946来时咯，无代无志拢改改做中华民国籍的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大家了解有年纪比我较侪呢，拢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这点咱这个对这台湾历史吼。爱有一个小我的认知啦吼，我是昭和15年1940，对我29年厝吼，秀岭的啦，吼，然后在做咱这啊秀岭的吼，较早我读起来这样吼，陆军官校的时阵吼，啊，迄阵啊，阮迄批啦，靠名的就是阮的同学士兵的啦，阮共批的啦，啊，做一起吼，伊判无期徒刑，了后我12当呢，因为成绩袂歹，佮加3当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啊，15当，啊，早期阮以为台湾独立啦，吼、哦，阮本土的台湾独立人民吼、哦，本土的，迄阵啊，美国的时喏，伊是1956年的时阵吼，因了闪剑客伫美国遐吼，遐朴树遐，因为台独人民，吼、哦，就做早期叫海外的，啊，阮呢，阮是本土的。阮托起来台湾独立名哦，了是啊，代志发生啦。这个发生我简单讲一下吼，因为身边的拢一直伫政治咧奔波啦吼。啊，我呢，佮有插入咧宗教，所以伫政治甲宗教内底吼，有咧插宗教了吼，会改变咱的思维。因为宗教真侪拢是万民苍生为念呐，但政治毋是政治，我咧管事，我爱名爱利啊，所以一直拢伫迄个沉迷伫即个政治内底吼，拢大部分好像食着毒品烧伤啊，拢跳袂出来，跳袂出来。只有咱够参加宗教了时呢，才会跳会出来。吼，这点我是。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后，先吼，老朋友一直拢伫心内底咧政治盘乱吼，但是呢，我有插政治啊个宗教了后呢，最后会选择这条路，我晓得啊讲吼。了后是，阮有一个计划啊，阮遐拢总20几个吼，拢入去文大学内底啦，咁我含心咪得走一队呢，到去军校啦。啊，军校下面，迄阵那就讲吼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吼。无去内底学一挂功夫，啊，咱大学生一大堆啊，啊，是要哪革命啊？啊，所以阮就入去想要学功夫啦。啊，袂个时运不济吼，啊，着功夫学也袂成吼，落去用废武功伊啊吼，就是阮吼，入去到了，我这入去到拢总15当吼，即个15当。伊头第一个是判12当啦，在当地咧坐，咱坐个当时呢，坐到1970，啊个1971，迄种我剩2年外吼，要出来。但是咱台湾发生啊两件真大个代志，在19702月7日，咱就叫台湾事件啦，就是咱边边政治犯吼，因分配伫台湾，伫台东个台湾。啊，我呢，啊个留伫国防部军事监察这边啦。迄个警备总部的时阵哦，因要搬，较在青岛东路啊。即摆恁就知影青岛东路迄带遐吼，就较在阮住的所在。啊，因为台北市内
即个军事机关爱搬出去，所以搬伫建美。即马伫迄个建美迄带遐吼，有一个秀龙桥卡遐，即马叫做人权区啦。吼，迄个所在，咧阮以后搬的啦。啊，我分开的时阵，我为新店公家去，另外一批人咧走去台东去。要台东遐伫1972年7月7日咯，发生咧要抢武器，然后呢要为大家做一个角人吼，啊做一个革命的动作，因特别抢台东电台啦，总之，但是吼讲起来是足好笑的，就是安那咧，因当抢到迄个钱吼，要拍迄个警卫啊时阵吼，啊只卡弹啊，卡弹哦，弹袂出去啊。啊，大白水应该呢，无用迄落刺刀有无？刺刀啊，啊，刺刀吼，你啊看剁的时喏，我还生新鲜啊，剁袂落啦，佮剩个剁底安尼叽叽叫啦，我害啊！就所谓警卫吼，迄警铃大响啊，所以拢走去山顶，走去山顶去的时吼，因国民党用两数的兵力围剿，所以台东山拢封起来吼。到尾也是哦，这六个人拢抓到，其中五个人判死刑，啊，一个判十五年。这个判死刑讲和西文有关系啦，因为伫安那呢，1970年吼，迄个蒋经国去美国访问的时阵，哦，迄个4月20日，去用咱的迄个文雄甲地主宅来捌做为咱这咱这老师吼，因咧拍枪的时阵吼。迄阵四月，啊，四月时阵哦，系啊，4月20日迄样拍仗，因是2月7日发生诶，所以当初因军方叫有签一文，讲无只人甲送去绿岛咯。结果老蒋诶吼，蒋介石啊，伊用迄个朱熹别个心咯，而且别使，讲说爱判死刑。即个物件，阮诶老朋友心面着，伊去内底甲挖出来，就即个人只爱判死刑诶是。实际上是迄个蒋介石亲身甲摇起来，爱判死刑的。我伫内底，迄阵也伫内底吼，系啊，这人发生代志，但是含阮隔离，但阮有迄个工程队的吼，迄水电工啊，拢咱男友来来去去的吼，我来问迄边的代志，然后呢，我就写一个文吼，透过关系，要寄美国吼，要救这六个人就对啦。结果安怎呢？结果是蒋介石放迄个讲啊，系啊，死啊，命也稳呀，一定无救的。迄个时阵啊，如果无蒋介石发生迄个代志吼，啊有可能。但是呢，这人的运命，所以老蒋也当气莫败啊。迄个朱熹别的位类啊，拢判死刑吼。啊，所以我拢总底下，这人代志了后。了后就是一个偏教授，各位知影吼，偏明明偏教授，伊较早是迄个台大政治的主任啦，也是台大真有名，啊，咱台湾籍的吼，一个教授吼。伊若如果要做中华民国的官啦吼，无李登辉因的份啦，无林良港因的份啦，但因老爸偏清客伫高雄二八事件时，也是五个代表之一。吼、哦，迄个平民这边下令变变去，所以一生的心哦，因为一口气绝对无可能做迄个国民党的官吼。无像咱的吴伯雄伊阿伯，因为闷死半更的吼，结果伊做国民党的官做啊臭鱼一样，这人的这个家问题啦。所以偏教授时呢，伊认可我做一个教授学者，要传播这个理念，所以就偏教授啊。啊，所以伊在第一当1970年，唔知哪种又选出来哦。三暝三日内底，从透过香港爱直接走到水电，三暝三日走到水电，可见就是有人给暗号给倒下手。所以讲，伊写的自由迄内底时喏，当然有一部分伊无讲出来，无写出来。那等于讲，我即马今仔日讲的时喏，当初我为虾米个政治犯的名单送给联合国？啊、有人按帮助的人，我今仔讲到吼，有只骨要下野心咯。我为啥无讲？这就是人的一个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讲的时候，伫迄当，迄个偏教授造出了后时吼，
我伫内底咧想，系啊，阿边到时候造船吼，迄落双手火下，也无啥物资料通处理。咱台湾有足侪即个政治完变怎，拄啊好啥呢？就是1970年呢，就是发生即个代志了后，有亚洲吼，就是亚洲叫做新闻协会啦，有198人来台湾访问啦。但访问时呢，就是对老蒋诶，伊讲听讲台湾有足侪政治犯啦，老蒋讲无啊，较有啊，诶。第二讲，听讲有台湾有足侪人要主张台湾独立啦，老蒋讲无啦，无这个代志。那有呢，是海外一小撮的，伫美国甲日本，伊个一小撮一个寡妇吼。啊，这个报道我哪知影呢？因为阮遐有洗衫啊，有做衫裤的，我以后做衫裤甲洗衫拢有参与过吼，来工厂啦吼。稍等下甲咱介绍，这个代志。了后，我看迄报纸，因拢会含迄个衫裤吼，夹入入来。我看报纸，哎呦，系啊，无怪吼，咱唔是公开审判，国际上无人知影讲咱偌济人迄个关伫内底。咱只事实就是政治犯，就是良心犯，就对这个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以不公不义的这个国家来接来接，咱为着无爱有通敌的。哦，阮迄阵啊，早期阮这少年啊，20几岁啊，尔。迄阵啊，来咧听收音机咧讲迄落吼，拢是美党民进党内底呢。咪像咱即卖少年啊，讲吼吼，迄个甲拍开网络，乒乒乓乓吼，迄阵甲听收音机咧美党民进党啊呢。有当我要讲台湾安怎吼，我敢讲，有人唔敢听呢，听了有代志啊，迄叫做白色恐怖。所以今仔作者今仔少年来，我欢喜的是安那呢，来讲我只近代史，恁唔捌听到的。啊，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哦，简单讲两点钟，我做一个说明哦。啊，所以我看到迄个了后时呢，我安尼一路要有偏教授哦，有资料向全世界公布，如果台湾确实有秘密有关政治犯的所在，有秘密你要受刑的所在，所以我呢，他用几个月时间慢慢写写。第一批为了配合偏教授伫海外，所以我较简单的啦。较简单就写名啦，啊，住址无写啦，哦，名啊，年龄啊，判几当安尼尔。用用的是透过来用出来吼，我来感谢一个苏东客因共案的，苏东客就即摆婚姻馆的馆长苏迪芬因爸爸啦，因爸爸较早捌做要选迄个后尾馆长的时阵哦，伊选无到，啊，选无到就当然是哦国民党创抗议嘛吼。了因遐呢后尾有一年叫做。海军陆战队的叫海陆啊，一年伫后背，因礼拜吼拢出来加落六六蛇啦，因为唔是讲即马周休二日哦，拢是休礼拜尔，所以因无可能讲等因厝个倒当来卖户啊，所以礼拜拢伫后背加六六蛇，哎、欸，六六蛇落捌了一寡啥地方的属性呐，甲底个人吼，大家咧讲话拢少吧，哎，对，即、這个国民党的不公不义的，即个迄个招罗震动安尼，哎、欸。字迹相投啊！我讲了大话，慢慢当讲的时候，讲安尼要发动这个武装的革命啦。安尼也无武器啊，用海陆啊，只用海军陆战队迄、那个一营兵力，吼、哦，哎呀，甲堵出来吼，安尼就使呢。哎，你想讲，啊，不过吼，咱的号召力无够了。伊讲，啊，来找迄个啊，迄个双馆长的苏东客啊，哦，啊，带你拜访伊呢。无伊啊，苏东叫佮答应你个啦，好，伊讲好，处理就对啦吼。啊，即想，啊，毋过我是地方尔呢，吼，啊，全国拢会知影变呐。伊讲，想想讲，迄个高玉秋啦，哦，高玉知影吼，较早做台北市市长吼，高玉秋，伫迄个较早东华时期的时阵真有名的，吼，即高玉秋啦，后因就派代表去找伊呢，无想高玉秋，佮探讨呢，吼，伊但是呢，即条件讲。那起来，虽然是电台的时阵呐，吼，伊要出面来电台吼，来讲就对了。而且适当的，因为各所在尤其菲律宾哈，隔壁那是迄个主教去电台的时喏，讲的时喏，全面弄起来，所以这电台真重要。所以伊就家建议安尼，好，这代志转来吼，哇，无也伫咧1961年的时阵呐，
哦，因伫1961年9月是代志发生啊。即发生的时阵哦，咱免去追究啦吼，都代志都发生啊。发生了，因的判决书内底吼，落下啦。迄、那个来台北找某某人拍车啊，甲进来啊拍车啊，迄、那个人高玉秋啦，台湾师弟啊，干房咧做迄讲吼，拢知叫做高玉秋拍车啊，迄、那个。即摆我就是拜托即个其中迄、那个。所以他們的工案叫李慶斌，他在判刑12年後是都在工程隊來來去去，所以我就拜託他說這個東西拿出去交給什麼人跟專業，結果半個月後他工程隊又進來，我說那個東西呢，他說拍攝啦，哎呦拍攝，我聽說拍攝，我就怕一下不知道出賣也沒有，哎呦結果沒出賣啦，伊台地吼，恁即卖来迄个建美人工区吼，迄个看守所外口啊，外口迄个狗边迄个挖地墙边的吼，伊用迄个塑胶袋包袂啊，台地遐啦，惊一个讲你甲乌转来吼，迄个再又甲乌转来，我看看哎，原封不动是用塑胶袋包的尔尔，我这样想讲好啊，一不做二不休啊，规矩写者较详细就对啦，吼，所以我开始有名、年龄、住址、起诉判决，就是用几条判几档的。我做一个上真详细名单吼，400-500个时吼，但想尽办法，这个中间问出来，到尾我才知影是一个日本婆啊，叫名国上的时吼，甲咱盗用的，了伊用种族特殊的关系送给美国，美国了后是那个送给联合国，所以联合国要一个杂志叫《Kemo》吼，来列出来，在1971年。就是因龙踏出联合国迄当就对啦。我就那开知影讲吼，这个物件有处理啦。在1971的时阵吼，香港遐有一个啥新闻天地啦。年纪人较侪可能要有些印象吼，即摆新闻天地无呀。迄个社长叫朴少夫啦。迄个新闻天地内底吼，也是阮外口迄个上衫裤拢钱入来的时阵吼，我一看到哎，这阵就处理啊。我开始就放心吼，因为我唔知影讲有处理无处理咧，因为内底有写吼，讲最近伫美国的时阵吼，各南美洲也转载啦，有一咱台湾哦，国民党通知啊，政治方的名单吼，也相当详细的对啦。这若无美国 CIA， 啊无就是因的大使馆捞出来了对啦。好，我看一个怀疑啊，讲已经处理啊，好，吼，就安置泰山，安怎无代志啊？神不知鬼不觉啊，那会知讲吼，这个人的运来啊！哦，在迄年的时阵，有一个台北叫做 Citibank， 就是迄、那个花旗银行，啊个联合报大楼，用爆炸，迄爆炸的时候抓无人啊，都抓阮处理的偏教授，一两个学生，来假装面甲伪定条，啊个另外一个迄个俄罗斯，一个李正义。因家这批人掠掠的时阵吼，来问啊，结果呢，迄、那个西里片区甲大楼唔是炸的啊，但是野外呢，我去问出讲啥呢？美国政治的名单吼，是我用出的啦。哦，啊，这假辣的啊，这个处理了，我头个也唔知啊。改了四月七号，迄、那个下晡时啊吼，因为阮阵啊底下咧做衫裤嘛，吼、哦。伊八十万呐，去外口买买衫裤，落阮来做。啊，我其中负责一个迄个，咧车上车帮带，啊，甲一台呐做即个咱的裤吼，做裤嘿。啊，当初建美总部有以上呢，嘿，无即适当哈讲啦。我看了讲到咱的迄个事，我再来讲这段吼。我只是讲，即、這个名单，因无代志，安那讲到我。所以我迄暗4月7号入去警卫室时阵哦，连一句话都无讲啊，卡到手铐，迄监察官也毋知影啥物代志哦，就顶官命令卡到手铐，铐手铐就哭去即摆看守的中央台遐吼，三台迄个录音机伫遐咧等啊，我伫入边啦，啊入边吼就问啊，啊三台拢做落就对啦，为啥物用三台？有可能顶官咧买卖啦。啊，国安局啦，还是电管那一位三台。所以我上条，我讲问到这我用的，但是安那用处理的，三人家斗下手的，啊，我唔讲就唔讲啦。
因为我知影，即若讲落去时阵咯，搁还迄成十个人拢爱去重新抓入去。而且成十个人拢总是伫内底，互阮做迄个坐落咧关啊。既然应该咱斗下手，咱绝对袂使出卖，搁家己公司咧袂使人讲哦。所以我的名片有一个写一个十不赖，迄是绿岛只同学甲号的啦。讲即个是十不赖，十不赖叫日本的武士就对啦。宁可家己切腹自杀吼，都袂使害着人。拖累的人就对了，所以一生有这个名号，感觉吼享用不尽呐。我这少不来，家己也想无呢，哎，应该好出来哦。当然了后就是我无要升任了后吼，哎，从上一迄个保安处，保安处里底呢，伫即卖呢总统府吼，总统后壁，遐有一个警备总部保安处，迄地下室啊。我第一届去的时阵吼。那是要问这啦，啊，我想讲无可能讲啊，哎，结果用啥呢？用一种用软的，叫先烈摇兵啦。先烈的时候，就讲来，你剩两年我就要出去呀。啊，即嘛吼，你是只公共的，阮顶官吼，我代表政府吼，要释放你出来，这叫做政治改革啦，就是交换的，对不对？你若讲出来，我你出来。啊，然后呢，你若搁伫外口吼，迄个调皮捣蛋吼，哎，阮就搁来抓一摆，吼这吼，哎，伊来讲清楚啊，该讲足清楚的。我坚持不爱讲了，不爱讲。我讲了，大概上到倒来了吼，搁一个月后啦，搁一个月后，就是五月三十，就是迄阵啊，拄啊，阮迄个遐兄弟用变变吼，迄个时间啦，搁伊个哩报案处呀。结果安那呢？伊要讲，我都无可能就对了。迄即摆用硬啊啦，头是用软的，即摆来用硬啊就对了。吼、哦，安然我唔讲就唔讲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处罚的时阵吼，唔、哦、是从即摆恁看的讲讲迄个迄、那个，因咧增加的吼，恁敢操练？吼、哦，迄个姓红的迄、那、吼、个，唔是咧操练法的。哦，阮是用硬啊就对了。尖吼，甲你正即个吼正手。处罚的时吼，用迄、那个。把你拗起来，啊，互你迄个梯啊吼，压，把你压，吼，啊，这个小说啊用拍的，这个拍就是用塑胶棍啊。较早很奇怪，人咧讲咧用锤啊、用腿啊，较用塑胶棍吼，也有可能经过研究过，因为你用锤啊咧讲吼，讲三两个吼，迄个皮吼就流，啊，血珠啊就造出来，所以因咧讲的时候，咧讲的啊血珠输出来吼。所以到尾研究啦，用塑胶棍攻的时阵，哪呢？迄个皮吼，袂流皮，袂流血，但血伫流伫内底，内底讲乌流血，规个我为脚对伫个，甲即个一个所在吼，规片拢乌裂，啊无破皮哦，迄个是呐内伤啦，用个塑胶棍来塑的吼。即个我唔讲就是唔讲啦，到尾用啥呢？用一种迄个即电椅啦，各位即个电椅吼，我来想讲。讲吼，要家己试看嘛，迄电吼，因为我无能形容迄个坐电椅的滋味啦，因为你爱爱袂出来，迄个疼吼，你无能形容就对啦。要家己了解住，家己电看嘛，安尼恁搞下，家己电看嘛，你就知影迄个滋味啊，无我讲袂清楚吼。第一个伊用啥呢？用迄个单线，所以单线就是单条线吼，无烫过心脏啦。迄个电的时阵吼，嗯，啊看吼。迄三个拢是伫后壁，我后壁了，嗯，啊个，伫后壁个，迄个起起处处，像个鸟鼠啊咧过左镜吼，到后壁起起处处啦，嗯，啊，我就讲奇怪，啊个三个走后壁咧创啥个？原来咧电啊啦，啊我唔知影啦，吼，伊拢一个组长个款啦，讲奇怪，啊即个遐咧电啊，较会拢安尼无准门着安尼吼，就挖来吼，来个北啊，北下个电来吼，伊个动作你知影，我较真拢记着。电流他妈的有电呐吼！伊讲他妈的有电呐吼！伊甲你电着吼！哦，表示即有电呐！我讲啊，伊就知影我系天生的阿罗吼！吼，恁个头无你，你知影无 ？S 叫做电流嘛，啊阿罗叫电座嘛，所以个电座较悬呐，啊所以单电电袂过啦。吼，伊那边用双电的对了，透过心脏，你坐咧喏，上边拢挂电线，透过心脏。我想讲啊，这若无拄好就笑倒去啊呢！吼、哦，结果吼、哦，上天给咱的智慧啦。为什么呢？伊在咧瞬间念念吼，因为
我爱知影讲，迄个电流瞬间，你若要阁加用就对啦。因我今仔日无机会当这项各位大家咧讲话吼，就是咧瞬间，迄个劈者你若袂咧伤过早呢，电力还袂够，你咧加先，吼，阁袂疼呢。啊，你若万一你若伤过晚先咯，你都要笑倒去。所以上天话智慧哦，第一个感觉讲，哎，电够啊，迄唔知千分之万分之咯，电我拢变作瘫痪，你知影无？吼，瘫痪哦。总表示拢昏迷不清安尼啦，好，因后壁就叫一个来吼，改用目睭呢，啊目睭伊来用灯光，我就灯白改啊，啊用灯光灯改用咧开灯白改呢吼，因感觉讲嗯这是真诶款哦，总用水管来甲破就对啦，用水来甲破破要清醒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讲这段是因咧行吼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做善事诶就对啦，这个代志了后，我也是继续无要讲。因为我知影嘛，因为你讲伊吼叫做共同不离己的口径啊。你虽然是讲你坦白啦，但你害着你的人，害着你捌迄代遐的人，该斗下手遐的人，所以我坚持唔讲。哦，因为真系无多，啊因歹运呢。我念倒等于吼，隔日啊，军老处的检察官吼要调门啦，啊伫底呢？伫保安处有地下室去代遐。我出来吼，因为阮咧困拢穿一呾短裤尔尔，内底热啊，无像讲咱即卖有冷气啊，迄拢无，好热甲要害甲穿一呾短裤。来时阵吼，我当然拢也无讲话啊，也不要看，即个短裤流来看尔吼，我因家己看一下惊着呢，表示我有伫遮用刑求啊。好好，伊个检察官，毋知是有良心嘛是安怎吼？伊讲来来来，蔡先生。现在哈，把昨天以前这个笔录哈，我不用。我现在问你一句，你答一句。嘿，我讲就有良心吗？好，来，阿你问啊，我也是问，搞不好你这个怎么弄出去的哈？啊，我是唔讲啦。伊讲安尼这样好了，迄个我抓个笔给你，你甲写者讲，你为啥你人咧坐落啊？搁剩两年我就处理啊，这是危害国家的威信。声誉对政府真大的打击的吼，你为啥要用这份政治的名单出去告我？叫我写动机啦。哦，啊，我着系啊，这动机唔知要哪写吼。咱明明是要交偏教授的，啊，佫袂使写一啦，所以我来写。迄上天拢予咱智慧佮灵感嘛。伫个时阵吼，我着改写。我讲吼，我来坐落是二十几岁啊，无迄个家庭的负担啦。但是呢？我入来了后，80%-90%的拢有家室，拢有出人，有某有囝。我讲依我看吼，就是咱外口迄群的某囝吼，拢是无辜的一群啦。不管伊有犯着啥，有罪无罪啦，吼，这群安那呢？伫政府用这种白色的恐怖，可能你政府无支援要紧哦，亲戚朋友。唔敢接触，佮外靠社会慈善机关要救济都唔敢伸手。我讲以我站伫人道立场就对啦。既然政府、咱的亲戚朋友、咱的社会唔敢对着咱即群外靠被社会孤立的家，我讲我可怜，因为其中有人太太，伊。为了囡仔，我能生存，用女人最原始的本能，女人最原始的本能去赚钱，过下囡仔。我讲吼，以我个人，我看这情形吼，足艰苦，所以我主讲吼，把这個名单一人好海外乡亲啦，因为海外乡亲无受了你政府这个束缚，因会让叫啥呢？加伊落来支援咱即群无辜的，而且咱即个，即个迄落社会被孤立的一群安尼咯。给我写，写这个了后时阵吼，无想讲，因为我写这份，带予检察总部这个无血无目屎的机关，竟然因为我这份了，因开一个国安会，这种事我较知影。因重新来检讨了的时阵咯，伫迄当，诶8月15，
阮伫内底诶人拢送啥物咧？有送迄落油啊、水果、月饼。啊，我是卡靠手铐，伫八月十四暗叫去楼顶诶时阵哦，甲甲拍开。拍开诶时阵哦，我为四月初五，一直甲迄是新历四月初五，甲咱诶中秋八月十四，即、這个中间卡靠手铐，若要食饭诶时阵，即、這个正手甲拔落来。然后你要改洗身躯，你改想办法；要改换衫裤，家己想办法。这底下拢咱无教着的，啊，底内底是免啊洗身躯，免啊迄落卡裤，免啊穿衫裤，免啊洗身躯。吼、哦，这咱我拢表演啦。吼、哦，啊无各位大家讲怎奇怪，啊底卡裤手脚是免啊洗身躯，免啊换衫裤了吼。一、哦那个我底内底先，就是受了这个折磨。啊！然后我即摆听了讲，我写迄段了后，因当初呢，辅导官的时吼，就要爬迄个月饼我食，因为脚脚就拔起来。我将来一个唔敢食，因为我想讲这可能利多必诈，我就利多必诈吼。迄、那個、月饼内底唔然坑什么瓦工吼，咱食煞拢昏去哦。啊，所以我唔爱食。结果伊改讲啥，我甲食哩呐。伊讲吼。你有一轮吼，你的自白书吼，你有写啥写啥？哎、欸、啊，安尼可能这个自白书顶关有反应，有迄落了，我来一只。伫这八花架一个高南中就对了。甲讲一句，我今仔要记着，讲你是闭关啦，啊，我是管理啦，吼，这个身份无同。但是呢，那如果你蔡先生，你那伫社会吼，我。能够做你这个朋友就对了，能甲你交做朋友了。我讲这句话，咱听了就迄落，表示有看到，因为知影这样代志，我坚持无爱讲第三个人、第二人有啥人甲斗下手的。所以知影讲认可，我这个人就讲认可，甲牺牲马紧吼，袂使牺牲着周围对咱有关系的人啦。伊看迄两口有看到，所以甲他讲这句话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人以后阁做个南京的司令哦。迄阵啊，伫阮遐是做个南京的司令哦，结果呢，一个来往哦，伊说我伫住伫高雄啊，啊有啥物个敲电，伊讲话算话啊，有第一，咱的作为，会感觉讲，这个人会当做朋友着，无分你啥物意识形态，咱会当做朋友着，吼、哦，我顺带讲这段吼、哦，所以我迄阵啊有这个代志，因为检查我看安尼了的时阵吼、哦，我过迄轮去了了，总三忽四忽忽一个变啥，变感化三当呢。这上俗的啊，你知无？本来是偌严重呢，卡到手个迄足严重，迄个判死刑的，会到加到当安尼啊呢？迄叫第二条第一项啊。啊，为啥呢？国内外就是外国，吼、哦，就迄个国际上有派一个叫做斯瑞登，这个名要来甲接见。第一阵我唔敢接见，吼、哦，伊问我讲我有外国朋友，我讲无啊，我伫学生的时阵，较有啥物外国朋友啊？伊讲你要接见无？我正来考虑。第一，我若接见，一定问讲我内底有通拍无？啊，我若讲有，还爱走了时，我搁有通拍一较忝的。啊，若如果讲无，违背咱的良心吗？哦，对啊，明明有，你敢会敢讲无？所以我规讲买卖接见。啊，所以呢，内外就是外口有国外人关心我这个案，搁另外内底人检查官讲，哎呦，我用拍到安尼点点吼，所以可能不仅是啊那，总用感化三当啊。所以就是呢，我十二。各加三变十五，我的先呢，这十五有无吼？变十五的先呢来，好，我简单做一个，讲我伫个大学伫绿岛，啊，即摆绿岛即间校吼，有校读甲无学校啊啦，即摆即间煞关起来，哦，即间关起来，即摆你用参观，各位老去绿岛参观的时候，你看吼，我的名可能要底下啦，吼、哦，这蔡在文这个名还佫底下，好、哦，我们新的地方港配拢底下吼，所以我讲啊，这段。了出来，吼、哦！我阁用机会，阮六当了开人出国，因为阵仔时吼，出来拢监听，迄阵毋是讲行动电话吼，迄阵甲厝里一支电话吼，有无？摇咧摇咧，枕头甲一支电话尔，啊要找啥物人吼，啊来广播，啊阮的市内当然有电话啊，我当的时吼，航班小弟人带做，迄是阮的高厝吼，结果有人介绍讲吼，要互咱啊叫哦，啊即、這个都。三四十岁啊，吼，无介绍女朋友啦，哦，哦，啊，就约咧约会咧，约伫咧咖啡厅啦。啊，约咖啡厅的时阵吼，啊，讲了袂歹啊，
吼，又得咱这个新闻哦，拍摄一个，和对方迄阵大家惊呢，吼、哦，我讲我都坐过楼，我干嘛大家走个喷镜去啊？都唔敢吼，啊，所以迄阵啊吼，唔是要骗你，但最起码先沟通啊，哎，讲了大家袂歹，要有后厝要搁出来，我后厝唔敢出来啊。原来就是呐，因兜去哦，金碧总部甲强案啊，讲好哦，恁左囝吼含一个迄个叛乱犯哦，对政府叛乱犯吼，咧约会啦，算啦，哇，因兜惊一个吼，总唔卡够，互因左囝含咱约会啦。你啊想这是遐恐怖，我呢个出来要食头咯，迄日你就不要客气啊。有一个报社做好的迄个编辑底下副总编辑，我来来，那个小蔡，我给你弄个职务。入去啊，上班两日啦啦，第三日哦，我讲顶官命令的来，讲吼，迄无适合我做啊，我一生都食两日头路啦，啊无领着钱的啦，就是遐啦。所以吼、哦，你也想讲，阮出来是偌艰苦，要食头路吧，啊做生意无本钱呢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啊讲着本钱的时哦，当初阮阿哥吼讲，啊这孙仔出来吼、哦，无30万块做本啦，吼、哦、看要做生意创啥货吼，阮阿哥好意啊。啊！那但我这个名都唔是做生意名，安怎呢？有一个朋友来讲，好，赶紧赶紧，我这吼三点半无有代志啊，创啥的吼？你啊会当去先摕5万块来无安尼啦？嗯，啊我打出来要拿5万啊！啊想来赶紧赶紧无我三点，我迄阵啊出来唔知啥物叫做三点半，我那是走银行啦，吼、哦，加加不多啦，吼、哦，我想讲，啊我那过要30万块吼，无我不如吼先个拨5万来好安尼啦。哦，啊！你决定甲阮阿哥讲咧，阮阿哥，再讲啦，你打出来，你唔知即卖社会变动安怎样？哈、啊，迄、那个罗林老迄、那个小姐哦，学多拜啦，啊是你来敲多拜哦？有小姐没有你在，你都唔能在呢？啊，小姐要该在，你都唔能在呢？讲是啥物代志个呢？讲迄叫做啦仙人跳啦，讲迄阵啊是行迄个仙人跳啦。哦，阮阿哥甲讲，啊要借钱哦，即唔当用骗，我无啦，即好朋友啦。因太太佫开迄个唱片行咧啦，伊讲你来爱注意咧，即摆社会含以前啊无共咧，讲好啦，袂啦袂啦，即种。结果5万客的时阵吼，光喊一礼拜啦，我一礼拜拢无看人啦。我老哥讲看嘛，你这啦，你这咧出来空空空空哦，关这15栋关到空去啊。阿哥甲你讲，你都唔相信，迄是5万哦，到尾啊拢哎 close， 终于哦停止哦，无好话咧啦。你也想看咧，所以。人出来了吼，感觉呢，咱要介绍女朋友未通，啊，朋友搁甲咱含排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生茫茫吼，但是呢，天无绝人之路啦。啊，搁啥呢？拢传道自然止啦。吼、哦，冥冥之中各位吼，今仔日恁有福缘来参加在台民政府哦，拢有冥冥之中有人咧牵引啦，拢有人牵引。哦，所以我有机会大家来说明啦吼、哦。我来讲个心吼，就我一路安尼行来。坎坎坷坷，因为政治内底的时吼，好对，我即马先即先啊讲完吼，了后我有机会出去啊，啊去进修，吼、哦，就是迄个华顿大学加迄个圣地亚哥吼，我即马圣地亚哥，用即、這个、哦、时间的问题吼，所以我速度讲者较紧嘞，我在参加东华加民进党这个咱。高雄市东部的执行长吼，执行长，了后先我参加咱高雄三门宫吼，作为董事长吼，为董事长去参加宗教吼，宗教活动，了后参加内政部咨询委员，哦，啊，我即马在说一些宗教这方面哦，有一点了解的是，即个咱全台湾20几个迄个宗教拢合法的，你讲奇怪，咱毋是讲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、道教、佛加迄个佛教，毋是那尔尔。哦，天地教、什么教吼，甲一贯道这种变合法的啊，所以全世界宗教上济就是咱台湾，啊个宗教上界迄个联合国呢，伫阮高雄，阮高雄所有即个三教九流拢有啦，高雄啊，因为甲高雄关合并过来啊，所以看到大间个在一贯道天主教、基督教啥，拢阮高雄拢有一大堆，吼、哦，啊个佛教有，所以宗教内底吼，我咱来讲即个宗教啦吼。迄、那个拢徛伫个本位主义啦。我咧开会时阵吼，有迄个佛教的吼，伊讲吼，阮即摆食迄落吼，拢也无念经啦，拢也无除障啦，
吼、哦、啊，一个就恁太太就来卖完啦，讲因要起一个啥，起一个因的迄个屠宰场啦，啊，要选你桃园啦。哦，啊，顶管研究讲，哦，我这开始，你回搞要个设计屠宰场，哎，真麻烦啦。讲好了，在意，吼、哦，大家讲在意啦，我就介意你啥，你演就对啦。嗰个佛教的吼，伊讲吼，我咧肋骨塌啦，是安那爱有殡葬条例内底所限啦。我肋骨迄个时哦，一个滚圆滚圆时吼，我若做工业事业啦，所以迄边在扣税啦。嗯，啊，这哪好啊？啊，不得再讨论啦。我道教的吼，道教讲啊，嗯，爱金纸吼，是安那要扣税就对啦。啊，这钱收入来去啦，做社会工业事业嘛。我讲好啦，无去在意啦。哦，这各宗教吼，拢会对因家己本身吼啊。迄、那个有利的，我是简单做说明来。咱只慢慢进入吼，迄、那个因为安那呢，因为时间吼真短啦，啊，所以吼，我把咱为什么讲台湾何去何从？来最起码咱的近代史还是我知影，吼、哦，咧三四百当来时吼，咱有什么人管着？有西班牙，有葡萄牙，对不对吼？啊，这拢咱小我知影知影了啊。西班牙时代有无？伫淡水啊，叫做阿门城。佮过了荷兰时代，伊拢都十六当年了嘛。荷兰伫南部即搭只，啊，即福尔摩沙，伊是实际上嘛是葡萄牙，因个军队吼，过太平洋看到咧讲个，哦，我靠，遐水个，啊，等于澳洲了就团呢，团了西班牙讲，哦，有即个所在啊，因个过来，所以你占伫即个淡水，叫、這個、阿门城，佮今年还佮有伫个吼，啊，即、這個、嘿，来啊，佮荷兰佮即阿门城吼，南洲咧讲的是吼。荷兰的时阵吼，伊把迄个西班牙拍走了后，伊干咱老荷兰台湾有几下物件啊话，恁来记咧吼。咱讲迄个番仔油，有无？迄番仔油较早咧点咩番仔油？番仔火，我番仔火啊，番仔咧点迄个火吼。咱即摆讲迄个赖打啦，吼，咧打火机啦，北京讲打火机啦吼，迄个是番仔火啦。嗯，啊阿姆陀咧。迄阿门啊，咧用个土，迄个即马讲水泥啦，吼、哦，迄水泥吼，哎，较早叫做阿门咧阿门土就对啦，哦，所以这种较早老了，较近，咱拢继续咧用啦吼、哦。即马地心讲时代，吼、哦，就是把这个荷兰赶出去，了后呢，1683的清朝派西戎进攻澎湖，有无吼、哦？啊，了后呢？从变作1684，那是清朝版图。哦，我来简单讲这段。伊即摆那是清朝版图的时候，上条这点下骹你来看吼，规定中国人甲台湾不得西进，未使带家后带某囝过来，不得西进灌输。啊，即摆感觉奇怪。啊，佫有一个哪呢？就是迄个海禁，就清规定内底吼，这个周围啊，沿海一带时哦，未使来西方人偷渡。啊，所以各位想看卖，讲、欸、哎，啊，这不得西进，安尼啊，拢十一个啊过来时哦，啊，咱家的主题是安那造出来啊。所以咱看留言讲，一个有唐山公婆、唐山妈妈，啊，拢查埔过来啊，奇怪，妈有对来啊，会带苏克这个问题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就是咱真显然呐，有含当地白埔族的。我有原住民的，搁维安那嘞西班牙，也是荷兰老了来接大家到南南做伙的。所以阮伫高雄捌看一个奇怪啊，啊那有迄个银色的一头毛的小姐啊，皮皮白白啊，嗯，啊你遐底下都无嘞，遐机器嘛也无嘞，是套着证，我讲暗示啊，隔代啦，迄个叫隔代遗传呐，吼。啊，所以咱也是讲，目睭小落落，你免怀疑啦。卖讲咱母啊，咱爸唔知安怎样哦。迄摆你想讲咱的祖先啊，唔知第几代去偷着啥物货，较会今仔日，咱的今仔日作为大力导演者来遮晓得，已经是含轮值啊。也当即个让你看出讲吼，不得西进即来遮，咱作者就是叫做就地取材啦，就地取材吼，啊，伫遮。建立一个家园，啊，继续安定团的三代、五代、十代安尼落来，吼、哦，演变到今仔日啦，吼、哦。来，慢慢吼、哦、进入咱的本地内底吼，有无？甲午战争啦，
前日了先哦，1995年《马关条约》就台湾永久哦，挂号日本天皇，唔是挂号日本政府。所以今仔咱来上课先咯，嗯，爱关了做个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有真大个差别，吼、哦，哦挂号日本天皇，迄阵啊一个唐景崧吼、哦、有无？吼、哦，唐景崧个先吼，伫、哦、台北，第一讲哦，啊即马要挂号日本，无咱家己吼。哦，起来成立一个迄个台湾国，所以亚洲第一个台湾民主国，就是伫咱台湾产生啦。结果呢，三日就走路啊，就去走去中国啊。啊，伊国旗用啥呢？拿的五虎旗，为什么呢？伊表示含中国一个保持关系的，迄个呐，龙兄虎弟嘛。因为青龙代表中国那边嘛，啊好，你小弟啊。所以龙兄虎弟，所以因这吼根本跟中国有关系啦吼，啊，跟这其他含咱无关系。了后1937，就是日本爆汉民化运动。1945来，即马开始吼，咱来稍微知影咧。41实施日本宪法，那是大日本帝国。吼、哦，迄阵啊，伊敢占领下吼，无甲咱征兵呢，啊，咱袂使参加国会呢。啊，所以了后，因就开始有荷兰参战官，啊个参军官，然后征兵啊。所以咱今仔日本迄、那个建国新社有咱39100个，咱的台湾人的灵魂、英魂，啊，寄伫伫个日本的建国社，就是日本甚至你台湾，就是大日本的迄个地个。哦，所以这点吼，大咱。少年辈吼，啊有认清楚这点吼，啊所以四一年，但是呢，4个月了后，就是8月15，由美国援助团队嘞，点了后是一个七六，一个七九无吼，七九甲七六，点了后是日本天皇啊宣布投降，宣布投降的时呢，但是呢，咱已经是纳入了大日本帝国内底啊，所以我为什么讲我本身也是日本人啊？啊！但是呢，伫中华民国教育内底，为细汉、甲大汉，甲咱教育的，讲咱台湾是因共和的，啊，因要时时要反攻大陆，为细汉排细胞伫里读，反攻大陆去，大家今仔日咱卡参加民进会，你也是听讲哇，过了十冬，拢伫咧迷迷糊糊内底，华人甲咱麻醉，中华民国这宪法甲咱麻醉，结果伊是安那呢？中华民国一个壳，相机卡炸一罗皮过来，拢无啥物挖过，甲炸清，安尼过来尔，把咱台湾这所有的大好的资源、土地、人，爱归拢个抢抢伊。我拉讲吼，好无？国领土台湾人甲拥有征兵甲参与权，对迄个时阵开始的。在1945年的时阵，日本投降1960，叫蒋介石来接管咱台湾。迄个是咱台湾伫38年来。佮再次沦陷外国人统治，咱台湾不幸。回来的时阵吼，你也是有发生迄个日八事件。日八事件，咱少年拢唔知影，拢也唔知伫对一个乌头咧，啊个走来咱台湾哦，你来认识。日八事件是真恐怖的。我阵阿个细汉哦，对不对？伊47年，啊我是40年是，都去了那个八会因啦。我阿妈拢叫我呾，咪当咧不倒卡。嘿，米当不倒卡，吼、哦，讲其他人一直都米当不倒卡，迄日本足恐怖。包括三阿哥那边出门吼、哦，我当把拢叫伊啥，用那黄连呐，黄连黄连，黄连的心哦，面抹抹的，手抹抹的，或者黄生黄生就对啦。哦，这样小姐你知吼、哦，你即摆恁听了知影，黄连抹的黄生黄生，出嚟的时阵吼、哦，遐中国兵啊，哎呦，看着拢破病，即拢大家破病吼，拢会闪嘛。啊，你男性哦，好，承担小姐大家拢足健康，看下足水哦，系啊，你就系啊。哦，以前那过来时哦，强啦、干啦、杀啦、抢啦，所以佮造成台湾二八事件。二八其实唔是二八迄日发生诶，是27暗发生诶啦。是阿婆伫延平南路咧卖烟啦、摆烟啦，哦，恁知影吼？啊，结果诶时阵，吼、哦，迄个技术个就对啦，迄种中国人。好啊！唔知底下讲啥讲啥物，我过来了，砰一下拍掉伊安尼。
迄人一个人为大人啊啦，但是呢，真正发生是二二八的灾时啊，各所在的愈想都不好就对啦，搁伫为哇愈为愈侪啦，愈侪时哦，开始呢有人传讲，你也想，即中国阿爸敢手夹搁创啥个吼，啊，叫咱拍死那阿婆啊，不然吼，成火烧锅了，为北部伫伫咧延烧到咧南部，迄阵也无行动电话通去敲呢。拢用团的安尼集团，你可见全台湾拢互因糟蹋。啊，所以看呢，规个拢变起来。你若单纯的个人事件啦，你台北台发生啊，你含我含我新竹，苗栗含我嘉义也无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全台湾拢安尼，一片拢就会烧起来呢。所以一摆事件，到底咱台偌济人，甲真官方的、甲民间的，拢无人知影讲到底互台偌济人。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哦，真正到底死活者唔知啊，有死甲真今仔日要补偿金花，伊都唔敢出来呢啊，恐怖到这个程度。迄阵也是喏，把咱台湾迄批精英啦，精英的时喏，甲你抬，互恁喏，骨力十当内底的时喏，接受我的教育，无人反抗，无人迄落。所以咱台湾呢，怎呾呢？骨力十当内底就是啷个呢？包括阮咯接受这个教育内底的时喏。甲突然间醒来，但迄阵啊参加民进党的心吼，那对民进党有一个希望啊，有一个本土咱台湾人，我想这個时间吼，是不是爱休困，对吼？唔是哈？有人想要休困无？我著继续甲讲完咯，啊，中昼人我食饭啊呢，吼，迄、那个。伫岸边老路安尼烧了了时喏，今仔日咱如二八事件这个代志哦，甲真也无弄清楚。咱有被害者哦，但是无加害者。就两个讲我拍你，有一个拍的人嘛，到一个四方拍、三方拍死的。今仔日人拍死的人，因为因遐咧掌管的地位，唔敢予咱知影，无爱公布。这个等候以后，咱民政府把这个吼、哦，这个转型正义吼、哦。把这個起来，对咱台湾较早过去冤魂的心吼，开当和一个公平的一个迄落，和清白的迄落，吼，就算改历史地位要重新甲变起来吼，这对人遐家属也靠一个交代啦。唔是国民党的时拢干那去惊咧，该回死咧，吼，人的性命了，唔是讲，哦，你无管我怕时间回死咧，唔是安尼念念。所以讲这个。我讲到这段吼，就我是接管这大家，啊过来，过来超过东诶，吼、哦、发生这二八事件吼。谈到讲的是迄白虎迄落有无？这个龙虎旗啊，到民主国龙虎旗啦。啊，这个旗啊吼，即马伫底吼，就差无。较早我少年的时阵啊，听讲是伫咧李万金刀啦，啊就唔来转伊底啊，三转四转唔来转伊底啊。这老代以后的时阵吼，较来迄落吼。这个机啊吼，阿舅吼，四九，就四九年，因讲的就讲三十八年啦吼，迄种挂出来，所以一九四九吼，即马中国遐伫南京遐，遐有一个中华民国王牌啦。恁若叫去中国佚佗的时阵，你也看遐有一个王牌，迄、那个王牌写啥个呢？写中华民国。1911加1949年，当然遐寿终正寝无写啦吼，但写一个墓牌底下啦。哦，就爱流亡过来，了呢开始了戒严，有无？1949年5月20日，拢无经过国会同意哦，就直接来甲你戒严了哦。所以拢总38天56日就戒严，哦，这当然即个戒严。有归功的，咱台老百姓，甲迄阵啊民进党，大家合作一直伫迄落啦吼。咱即摆讲吼，蒋介石时代，即、這个时代啦吼，啊甲蒋介石时代啦吼，小弟讲李登辉甲阿扁啊时代，啊甲未来咱台湾民政府的时代啦吼。我只讲的是蒋介石时代吼，有咱即摆作势迄少年啊，唔知啊，迄蒋介石那恐怖，恐怖甲时阵吼。伊伫军事记录内底吼，
三代同堂拢酒馆，吼、哦，迄酒馆咱会较紧着听有诶，较少年也听无。为虾米呢？迄残酷无人道，就是迄个酒馆吼。我简单讲伊伫咧白色恐怖啦吼，卖讲从阮遮较济人吼，吼、哦，迄有乖啦，迄有枪杀啦，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啦吼。卖讲这個，贵行内定的知讲，哎呦，迄有代志啊！吼、哦，我较有迄个代表性的讲几项吼，用其中一个就对啦，一个师大吼，师大都毕业的，伊伫一间校咧教书吼，啊，一间校内底有牛头班的啦，啊，伊是师大数学系哦，这牛头班的吼，无一个老师站得住啦，都对啊，现在无法度就对啦，还阿煞无老师带迄个校长带讲话啊，无人会当教迄间吼，迄班就对吼。我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大毕业的，这个讲自告奋勇啦，讲哦，来，和我来，我一个少年嘛吼，一干，吼吼，也是无多，迄牛拄着牛咯，真系无多吼，迄个调皮捣蛋，可以无人形容的时哦，形容就对啦，大家无多的时哦，伊呛声一句啥，你知影无？伊讲像你们这个，我们政府要怎么反攻大陆啊？我觉得没是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意思恁家成个牛头班呢？啊，无要认真上课，无要读册，无要啥物嘢拢无，安尼也是政府是要反攻大陆。哎、欸，哎，这个一班内底的人就等于甲老爸讲啦，讲我们老师吼、喔，说我们政府不能反攻大陆了。我系啊，啊，即摆转念的时哦，因调皮捣蛋，无要讲啊，迄个报备也兼袂中报啦，兼袂中把这个老师的调去啊。伊讲你为什么要上课的时候，我们政府不能反攻大陆？伊讲无啊，我唔是咧讲啊，我是咧骂遐学生安怎啊，安怎安怎讲啊，不行。你这个思想有问题，我还要判刑哦！伊拢赶紧叫因老爸起迄个青天白日勋章啦，吼、哦，迄是让他免死的款啦。啊，起这个伊吼，意思讲，哦，啊，这要太只鸡块牛刀啊！迄法官也讲吼，哎，抱歉，这个不行，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啊，吼、哦，唔是刑务的问题啊，吼、哦，你思想有问题啊，所以迄个无用啊，该判三等啊，啊，都他们管社会啊。要么怪社会吼，因为我到尾啊，因为我三人感化有无？我来到了是等下这个咱的板桥啊、土城这大家，迄叫仁爱教育实验所，我跟来遐第一遍遐三人了吼。过来这个地吼，迄个保养这历史啊，家庭知影无？伊这名叫郭一栋吼，我伫绿岛他们怪干房的就对啦。伊咧写册有一个概率啦。听众无爱骂，调查官无爱骂，酒驾无爱骂，伊知这拢会掠人个呀，会掠人个，伊都无爱骂就对啦。所以平平安安几十冬吼，拢无代志啦。我，迄个人来派运吼，时运就来啊，好你看无个啦。无代志，因某先吼，伫个《中华日报》副刊啦，有迄个不派吼，迄种外国个迄种迄落甲印入来吼，伊个人外国文个，啊唔是个呢。伊个啦，佮改做中文啦。第一百度吼，佮啥来讲？迄个吼一对白仔囝，我讲一对白仔囝也无讲啥个啦。第一百度去遐个时阵吼，去到一个孤岛，吼就是讲流亡去到一个孤岛啦。第三百度吼，因爸爸啦，坐咧岛啊遐吼，用一个毛笔啊个红纸遐写啦，写啥呢？告全国同胞书面，会佮点点点。因囝徛伫后壁了，对啊，这第三百度啦。第四百度的时阵吼，因囝甲因爸讲：“爸爸，啊，这倒来咱两个尔，是要告什么全国通报书？”安尼时吼，拢掠住了半十冬啊。吼，啊无讲啥物，讲啥个？啊，就写呀，别囝因两个尔，啊，孤岛就要台湾。因的想象力足丰富的，就对啦。安尼无得着，总有掠住伊。啊，这伫绿岛，阿妈管社会啊，个。一件吼，会感觉够趣味的啦。咱大人讲拜鬼嘛吼，拢今日拜鬼啊，今日拜烂嘛。拄啊，伊个蒋介石吼，伊个十月三日咧做生日嘛，做生日拢有迄个什么中山堂、中正堂、什么万科堂的吼排队祝寿。各位可能会有捌你祝寿过无啊？吼有啦吼，有较少年啊，即卖就无啊。咧排队啊，啊即卖吼后壁迄门头上，啊今日拜鬼啊，吼。啊！给他拜鬼，哇！有人就报起去啊！
公吼，竟然今天在跟我们蒋公在祝寿吼，他说今天在拜鬼了，我还拜鬼啊？哦，啊，就报起来了，为条路叫到警钟遐拢好拢报咧，好，啊，这也是，这人爱定抓起来啊，吼、哦，你还讲无啊？我是从今天我们谈话吼，迄、那个。我在问前面说今天是礼拜几的意思啊？你讲哪里是你说讲拜鬼？我拜鬼是阮台湾话讲说是星期几的意思啊？哦，啊这样的，去你法官遐啦，法官的时候，我啊认真的有查呢。伊问咱台湾人这个朋友吼，问讲咩做啊？咱咧讲拜鬼吼是星期几的意思啊？伊就安那判你知无？这法官吼讲啊，经调查啦，吼、哦。某某某某人的时阵吼，伫什么什么来讲吼，拜鬼吼是台语的星期几没有错了，但是呢，他讲话的时间与地点不对啦，吼安尼吼，哦安尼个判了呀吼，啊你大感觉讲爱笑对不对？啊，事实就是安尼啦，哈、啊，所以咱讲的唔来相谈，所以我啦有哪含阮遐兄弟咧讲拜鬼，我拜托你唔来，我别讲拜鬼啊，不不啦，吼。这个蒋家吼，足济吼，迄个玩弄的代志，迄个白色恐怖，啊那特别讲吼，归哪个啦？讲未完伊吼，大家受委屈的啦。干那请人食一顿饭就判无期徒刑的啦，迄个自毁啦，第四条自毁啦。伊个呢，伊个假帅龙迄阵啊，逃走去中国大陆的时阵吼，伊是坐船啊出去啊，打扮做新娘，打扮做新娘出去啊，来无造出你遐人呢？哦，伊就掠去啊！啊，掠去嘛！啊，你当时你对先吼，走路啊，有啊，我着走去迄个我好朋友撮走完，你啊食中昼伫遐食饭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啊再个走一队啊，我系啊，啊着调来问啊，嗯，啊某某人有中昼伫你啊食饭有啊，啊着朋友安那，哎好，就掠去自费啦，叫做帮助费就对啦，安尼啦，迄、那个判无期啊，伫阮绿岛啦，请朋友食一顿饭尔呢。伊那早讲是咧走路，伊那早又含假耍龙有啥物事关系？啊，安尼就袂使啊。所以伫这恐怖经营之下，你看这种政府，哦，迄、那个，啥咯？啊啦，电视台，翁文雄因啊，翁文雄因两个做一起的，无只啊，就是吼。我讲吼、哦，迄时机一定过啊！伊追溯期吼、哦，这就个阿姨发生伫国外。追溯期吼、哦，追溯期过啊吼、哦，因为因伫取保呢，美国遐吼遐个钱吼、哦，出来搞保啊，拢走呢，拢总走的呢。啊，走期间搞无无美国掠伊就是安尼啊，伊咧台湾人大概用钱较轻的啊。阿姨讲迄拍船吼，即个拢有气温啊，就结果不应该去介伊就怎啦？迄、那个美国迄个纽约吼，迄、那个警探吼，伫个边仔啦。我们两个先吼，因诶警长含迄个电视台两个做伙伫走诶先吼，就手压起来先吼，互迄个因个纽约警探吼，目睭会摔掉啦。早诶先吼，赶紧安那拢摊起来呢，所以劈一个为蒋经国头壳顶过就先那样，都无掉啊。啊，所以蒋经国把伊迄个表啊无，拢拨起互迄个警探嘛。在美国警探，哦，这段时间呢，迄、那个我哩联合国矿井啦，联合国矿井，我个代表之一哦，我走去中国的大使馆哦，去遐矿井啦。迄、那个中国大使馆听我要去的时候哦，拢关起来，干啦派美国的黑心的过门的哦，干接完啦，哦。啊！我的控制书有好伊，我走去美国这个家吼，去控制。啊，是因为吼，我伫另外个邓爱新吼，经过日本，我停留伫日本啦。停日本的时候，甲啥物？看了驻美的代表，迄、那个驻日本迄、那个柯世凯吼，因太太当阿讲哦，讲当初我的名单吼，是迄个日本部啊，什人甲用出来。我后尾还没见面无，我讲好啊，啊，这个对咱台湾人有遐大个帮助，种下来吼，我讲好来见面，所以伊用电话联络，我含这个米克桑吼，约伫
人家迄个新迄落新一区吼，会斜靠遐见面啦。迄新一区的车头吼，一日最起码500,000人安尼出入呢，吼、哦，还有够大诶。我系啊，阿带人遐车是变安怎呢？结果阮就约定斜靠，吼、哦，伊东西南北西斜靠遐吼，要看有迄第六感吼。伊远看到我，看到讲，啊，这介绍介绍，伊看我，我看你吼、哦。第一句讲，安那达塞上的是噶？嗯，讲说的说哦，安尼一滴滴甲认出来吼，哦，阿着第啊，总体啊，笑谈笑谈吼，我得感谢伊有把这名单送甲到。伊当讲的时吼，讲伊摸着当什么危险，恁就知影啦吼。伫个迄个戒严的时阵，白色恐怖的时阵哦，伊有法能透过特殊的关系，有呢个日本了，各位日本呢用美军的优待，各有呢个。美国那个专利个联合国家，所以为了感谢伊吼，我联合国一路存300块美金嘛，哦，啊，咱机票拢便便啊啦，我贵拢好这个美国上，就表示对于咱对台湾人吼，伊就不应该冒着牺牲危险的呢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要得是欧名单嘛，诶，美国上，啊，所以我那来台湾的时吼，伊就打电话我，我那个。交代伊高雄的茶山，茶山顶馆了食海产吼，伊茶山遐，吼啊，久久啊，过了当吼来一届安尼吼，所以我讲联合国，我想出来讲，阮这段就对了。但即摆吼，正是讲阮咧坐落的时阵啦吼，就是咱当政治秘辛的国际曝光吼，这里是即摆建密的所在啦，即摆叫阮还原了吼，加设立工厂，加。咧烫衫裤，咧捂衫裤的，遮些个工厂的工人，这边个这边办公室，过过来这边遮呢，就是些啥防疫工厂。哦，我等下讲到，咱的建美总部吼，为着要廉价的劳工吼，迄日越南吼标50,000领的网大，加50,000束的衫裤，迄衫裤是哪？迄掠着北越的吼，伊那就迄个球衣啦，好无吼？就是迄个服装吼，咧里面就部队的青年装修上哦，50,000领阮做，啊50,000领网大拢经过我的台车过。迄阵我伫内底吼，我伫做工啦。啊，做工的时吼，有趁些工资啦。连伊即个讲剥削啦，按照法内底规定吼，是25%啦。就是讲，我若做1,000块的物件，我来爱250块啦。结果呢，是翻10%，翻10%，伊甲咱歪15%去就对啦。吼，即伊啊，到民政府甲来呈现讲，连这咱坐落的人哦，都甲咱赎回去啦吼。啊，因为也拄啊有这个机会，吼、哦，我伫内底通好做衫裤，有赚一寡钱，所以我妈妈咧破病时吼，我看有这钱能寄转来我妈妈，吼、哦，这咱讲起来我想说的，即个只这张相片吼、哦、是独一无二的啦，无法度第二张的就对。这个是安尼，我细人讲着，本来即个只伫只以前的时吼，迄阵啊为搬过来迄个太原了无吼。啊，阮呢，搁来伫迄个广播军家，遮拢总有那呢，上头前啊仁义礼智信，拢总五家啦。军事干部遐五家吼，顶面总不敢借一家，阮伫遐洗衫裤，啊，洗衫裤迄师傅啊吼，是迄个咱平平汉子啊。啊，我讲啊，你唔就卡面啦吼，叫伊来翕一下相，伊来是，我拢爬去楼顶吼，甲翕一张啦。也迄阵遐少年吼，我个隔壁家呢，就关苏东客啦。哦，苏东客，我听讲过，你知吼？苏东客，各国这边就是赵志华啦，赵祖华，就是乌靠即个因发生迄落乌靠增加副苏联啦。哦，关于即个家，伊个苏联是蒋纬国。啊，迄阵啊，发着讲乌靠兵变，就即个所在吼，伊关着阮即个家。为啥伊哦无代无志啦？要发动迄个政策要出来的时吼，伊就学老蒋诶吼，较早要誓师北伐有无？伫苏联台吼，吼啊，伫遐发啊，嘴甲全拢破啦，对不对？
结果呢，有一个副道长吼，总热情哦，拢阿伯个压咧，都压咧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！以后是哦，无甲枪杀，无甲迄落老蒋个调料好出哩，因为伊阵也是要来反对遐老贼的，老贼就看到老国代、老立委、老干委啊，唔是要反对老蒋个，所以这条命要保掉咧吼。啊，连因为安尼这个代志了，蒋委国也受影响，蒋委安那爬都爬袂起哩啊。有历史呢，嗯，啊，副书呢，副书呢，看，看要兵变啦，迄战争来又如今台北吼，啊，就好好笑啊，你知影无？迄台湾的局势就去变啦，啊，就是呢，这台湾的命就变呢吼，这关系这大家，啊，个鬼吼，这董志来讲吼，迄个关系呢，立法委员叫马兴峰啦，伫金美中部伫清德人他们来关注会，啊，伊了分开，我伫这边，伊伫那边，迄个马兴峰吼，伊是伫立法院提案啦。较早三国时哦，诸葛亮个飞雷了战马术有无？飞雷战马术以下个人嘛，就是马术的是四十万大军，你要做到兵役，把伊家己人选倒来啊。啊，所以迄阵啊，甲迄个昆明的时哦，大官爱目屎流泪啦，爱战就对啦。结果即个马先锋的即个立委吼，伊就应用这段历史故事啦，单选五十万大军伫台北的时哦，用把伊家己选倒来。所以你另外讲哦，伊即个飞雷斩丹城，以下国人啦、啊。啊，结果呢，迄、那个老蒋位遐先吼，嗯，总就撇掉伊啊。啊，恁知影丹城甲老蒋位特殊关系啦，所以今仔毋是咱课程内底讲的，即相当秘密的，即有机会甲捞出来吼。迄、那个啊，拄好问我拄伫迄个保安处吼，1962年。伫保安处的时阵，有一个啊姓蒋的，一特务啊，因浙江的共特务啊，甲讲伊一个天大的秘密啦。迄阵我无要相信的，即马印象，哎呦，真正的啊，大蒋还阁袂当公布。好，我来讲，迄、那个老蒋为虾米甲单雄吼？无单雄，暗是能力外强啊啦。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迄、那个单雄无吼，嘿、欸，结果呢？就是迄落老蒋的，迄落啊，马建呢，率领这个建议的人啊，这个委员啊，立法委员拢给抓起来，都管理起来遮。啊，个过第一栋迄带啊，雷震啊，雷震呢是迄个中国的迄个月刊哦，半月刊内底写《反攻无望论》的啦，所以雷震吼，伊拢伫起来遮。所以这栋吼、哦，这栋吼、哦，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呢。了、嗯，我伫美国的时吼、哦，我有参观迄个画派。即、这个画派吼，就画派、画精、画龙啦吼。诶，即个咱台湾人吼，伫美国一个真好一个单位吼，就是较早偏教授，因老拢伫遐做过会长啊。伫台湾人公共迄落协会就对啦，台湾人事务的公共协会，简称叫做画派，就替咱台湾人吼发声、争取权益的。有较早时，我知影画派吼，以前我有去参观遐，即、这个是荷兰籍的。荷兰籍的时呐，伫法巴诶总干事做几十冬诶吼，薪水足少诶，但是要替咱台湾人诶钱吼，伫遐到甲美国争取利益。伊我知有两件啦吼，吼较有迄落代表性诶。一件啥呢？当初诶时阵，美国要互中国吼，来当迄落啥呢？移民啦，两万个啦，两万包括啥呢？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中国咱两万个啦。结果咱法巴知影了时喏。去甲美国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啊！你是咩个台湾、中国南南做伙，对不对吼？安尼啦，到尾争取了，讲、欸、哎，有道理哦。所以到尾啊，中国就包括澳门、甲香港因两万，啊，咱台湾单独只得按两万呐。哦，即、這个法宝因当初有去争取这哦、個。个另外去参加那个北京啊，哦，那个北京的时候，即个新闻组的迄、那个处长啊，他们做协商吼。嗯，好了，这绿岛吼，哎、欸。即个免上介绍啦。啊，我伫迄个美国时哦，即个颁证书、毕业证书互我，伊迄个岛拄含啥呢？含迄个苏联解体戈巴契夫，吼、哦，含戈巴契夫做食饭啦。咱即个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戈巴契夫阵啊访问美国吼，啊伊含做食饭个吼，啊即我的证书就对啦吼。即了，我伫加拿大，我招来记者会，讲即个我。啊！即迄个美国迄个加拿大迄个加拿大人权律师啊，即学生咧吼，反正啊，佮迄个记者控诉
况且这个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的吼。我讲，咱的控诉、去抗争、去联合国、去对世界大人拢无效，拢无效就对了吼。啊，各位，这个道理在哪里？我稍等下咱再来讲，拢无效。来讲来，即马李登辉时代啦，甲阿扁的时代啦，啊，迄、那个骂的免讲啦，迄讲咧吼，血压就关起来，哎，讲着骂的血压就关起来。咱的李登辉时代吼。迄个其实，所以咱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，伊呢继承来，迄阵咱拢无了解。啊，伊呢也想要台湾咯，免来解决，但是也无补，开咱国库一亿亿啦吼，一个教授拢一千万啦，研究咱台湾的地位安怎免来解决啦。结果这些教授、这些博士吼，拢总是中华民国这个教育内底吼。你抄我，我抄你，抄抄的结论就是安尼啦。嗯，啊，台湾呢，上个敢讲讲台湾地位未定啊，上个敢讲的人呢，无人敢讲是迄落《旧金山合约》内底明文规定，美国的即个在占领国家，所以要处理了，爱护美国去台啦，拢无人写下来啦。到尾一两间领一千万去啦，领一千万去。哦，这李登辉时代有要解决迄落，阿扁的时代先吼，老实讲，伊老想要解决啦。但伊甲中华民国宣誓，比中华民国国民咯，所以跟咱差别对，咱恁老请身份证的吼，要有人无请身份证无？咱在座敢有人无请咱台湾人身份证？唔是迄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哦，是咱台湾人身份证的哦。啊，人民政府的，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，有无？要有人还袂请的无？哦，有请也袂落来。啊，咱们拢有请啊嘛吼，啊，有请也袂落来吼，那也袂请，那爱观音请就对啦，啊，也袂落来，等点咩就落来吼。阿扁也是咱台湾人，你当咱台湾人，但是呢，因是中华民国来咧宣誓做咧总统的，也是中华民国国民的。阿扁也想讲吼，咱台湾要哪解决啊？如果咱讲的，咱台湾何去何从吼？那是讲第一面是讲，嗯，阿来讲啊。讲啊，无用中华民国去申请联合国啊，啊，你弹倒转来啊，啊，你咧用踢出来，你要搁一摆，啊，第二点无讲安尼，嗯，第二咪讲无用台湾正名有无？叫正名运动，讲啊，无啊，台湾共和国，伊比迄个联合国讲啊，全世界当时有这台湾共和国啊，啊，无人知啊，你要申请啥物，拢未通的代志嘛，未通的代志吼，所以有想要解决，也是讲咱敷衍，咱唔知啊。那正是今仔日一个李登辉，一个阿扁啊。李登辉时吼，甲你讲的时呐，讲迄个伊要落去嘛，大甲恁讲台湾甲中国大陆是特殊的两国论啊。即个甲恁放即个迄落来了时吼，伊在任的时为啥无要做？你甲落去嘛，甲伊讲这互咱作困扰啦，对不对？是当伊手来是当做的。你国台废除了，国台无了哦，就是和中国无关了啊。迄阵啊，你也咱家己来国宣布，我要安怎安怎，拢无做嘛。搁一个民选改选总统了，是咱安怎安怎，拢无做嘛。因为即阵我即摆咧回想，讲奇怪，你顶下阿扁也好做总统的时哦，出门拢空军一号，出门拢火，迄个规条路啊，拢规条路拢是青灯的，迄外威风的。所以恁在任的时，无要关解决台湾问题，你袂叫遐地龙团来问看卖？奇怪，咱台湾的时阵吼，国无兴国啊！你也知影，中华民国外国都无要承认的，干那用钱去乌死啊一挂小朋友，后迄个国家吼，比阮三明区较小的啦，比阮迄个区较小的一个国家啦。啊，总统来了，摇摆摆个，咱就台个个破破塌塌啦。咱拢搞遐嘛，啊，拢用钱去干买遐小朋友，表示讲你也看，我中华民国老承认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拢带咱台湾不停的嘛，因为叫。七零年的时候，南美国那边和你讲无咧讲咧普通会员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安理会国家以后，中美英华苏五国是迄落安理会的嘛，讲无你和伊，啊你讲咧普通会员国，蒋介石讲汉贼不两立，咱这少年也唔知吼，就是蒋介石用这句的时候，把咱台湾带入世界政治孤儿嘛，都孤立起来嘛，咱要承认你呀。所以，人美国是讲啊，你才是怎啊管理当局。
所以选总统是恁家己咧讲的啊，拢家己安尼，家己来讲讲欢喜的，讲爽的落来，咱就准备总统总统，外国都无遐声音，干那隔壁啦，隔壁迄个派出所，中华人民国个派一个党署长尔过来尔，你几下就唱唱起来啊啦，看是毋是安尼啊？让我咧改承认，你是中华民国一个总统吗？啊，家己袂晓见笑，无在六百几人支持啊，讲着总统哇，歹势，你阿舅是讲你你我我，连家总统讲马先生都唔敢讲的是不是？这个咱当然见笑，悲哀哩啦。对来来对，咱拢是从那底咧选举来对，小到我进一步来分析就对啦吼。迄、那个，我讲的是吼，阿扁时代，啊，真可怜。做一个被当的总统，真认真咧对台湾，真正有咧做代志，毋是无咧做代志。敢若伊台北市了做台北市长就好啦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一路功能我拢听，伊手来我拢听啦，是毋是咧？迄、那个萝卜，咱我拢挂一万萝卜干，伊把迄色情哦，伫迄个主题区内底我拢挂。迄、那个公车买迄个上山机场啊。较早，阮也是拢提早一两点钟啊，啊无行啦，塞车创啥也袂赴嘞。哎，伊该用迄个时阵哦，公车转了到创啥吼？哎，慢慢要上南机场吼，时间足好杂嘞啊。这拢伊手来嘛，尤其咧管理萝卜，啊个一个进全台湾所有火箭所拢咧用诶，火箭所，就是你若野心哦，较早咱来去清户口，要清啥物我个心吼，啊无你下晡较来啊，啊无你迄个明仔载较来啊，要清者应感创啥个啦？阿扁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通灵，所有的遐民政局的遐拢拆掉的。恁进来种的时阵真简单嘛，你要种啥物的吼，拢几分钟也落落来啊。啊，大家拢爱当作讲主人肖像，哦，芳地好你家种啥物货，啊，无你用啊，他妈啥节节的，卡在门都没有啊。啊，即种阿扁来功德啊，但即摆拢无要讲这就对啦。你做总统是一出的，用中华民国最起码用中华民国总统，伊这个家呐保留掉了呢。中共那边做些阿伯，伊也无信伊呢，所以台湾哩，伊做八当内底大生活有变了。那现在一个讲有要自杀的吼，所有内媒体拢报价要害伊啦。啊，即卖呢，逐日都有啦。你骂的是因你的内媒体刚刚报吗？后龟口走的，后阿妈抱孙啊，规个跳楼的。够一个安那呢？够一个吼，咱搞要做悲伤的，伫咱新庄啊。即大家毕业的时候无头咯，伊有贷款咯，所以今仔咱党民政府内底第一政策内底吼有写，所以后只大先甲国民党贷款的即条只，党民政府去一种下面免行，来即条只，来新增啊迄个老爸老母改讲吼，讲你莫自杀，因为原来伊用写遗书个要自杀，爸妈看着足心酸的，伫十楼遐，老爸老母甲跪嘞哦。老爸老母甲囝开啊！迄场面我看着心拢酸嘞，哈、啊！即我就是含咱的秘书娘讲用，哎，下面两个规日讲哦，拜六八斤你无头路八斤，吼、哦，慢慢等机会。伊遗书写呐，对不起老爸老母，就讲伊借借一个读册，啊，今仔个无头路，啊，那个连累着家庭哦，伊我国父的处理嘞，死亡的要找死的吼，一直足紧关的。为十楼，老爸老母底下个高楼嘛，一突然间拢跳落来，你想这个场面就对啦。所以咱民政府内底，你若注意看吼，咱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安尼，所有八十几万的，即个只甲国民党贷款借钱，即个只袂当行的，咱台民政府接一监管了，一切拢下面就是安尼啦，吼。所以阿扁也是单吼，要讲有足侪伊的功绩，今仔互用贪污啦。而且贪污的时阵吼，讲起来吼，伫民进党不应该，因为阿扁啊有事的民进党你最无唔对，但民进党港管互相补，你那是有事的阿扁啊你最啊，因为造成我今仔台湾总统，结果呢，代志就发生的时吼，有人要切割啊，要切割，心会真痛，所以当然无简单。你讲贪污的时吼。恁为啥无人敢跳起来辩护？阮是无迄个武场哦，无迄个舞台。阿扁也靠着贪污，阿扁也薪水就减一半，表示钱就真济。为啥物真济？你知无？你也想伊做个议员，伊做个市长，做个立法委员，佮伊也做个总统啦。每一届选举的时吼，人拢会乐观好伊嘛，
干遐钱呢不得了啊！我把见呢，做个总统了的时阵呢，你也想啊，娶新妇、嫁祖囝、生金孙，拢伫入内啊！娶新妇的心，迄四十几道，哎，连阮都无分的啊！迄摆都摆无着阵啦，为什么？迄干阿伊啊，伊坐咧点点吼，咱普通人咧包吼啊，两千六、三千二啊，有当咧包靠好朋友啊，吼、哦。但是那阿边阿只是阿边结骨了了零呢，那结骨了了零，唔是讲像咱讲哎三千二、两千六尔尔咧，结骨了了零啊。所以不管那呢，伊个钱真济，不应该就是啊，伊嫁出去国外，不应该是安尼，嫁出国外，互人一个观感啊。以前坐到最高，啊，去靠坐咧，啊，即摆看到阮七日外去靠坐咧，干那因过门槛个啊，哈，连前干那伫中国大陆一个投资的79亿台票啊，连前啊，徐立德因即来啊做过咱财政部即来，一投资拢过了10亿呢，安遮边啊，咱无多啊，阿边也要转型正义的时阵吼，我利用即个机会公开讲啊，阮去因为阮去沙劳做伙食饭的时阵，迄个无机会同我讲。因为东山地了，我带300几个，包括海外倒转来，甲宗教的，我带队去三楼总统府。迄阵啊，阮坐港岛，吼，我边啊李秀莲，佮过的是阿边啊。我都无叫伊咧讲这，干那讲高阳哦，朱安良，迄个二张选举迄个代志。了事后，我透过管道叫咱迄个片面面，迄个主政，伊主政三楼有办公厅，伊要入去阿边啊，也较方便。我讲吼，今日国民党若要为台湾消息的，中国没有消息的时吼，用即届咱有东山的总统吼，爱安内赶紧清算伊东山，即个东山是不公不义来，甲咱强迫阿爸侵占来。第一，你若个清算的时阵吼，国民党的时吼，无钱后届要选举就行无路，吼，绝对行无路的啦。啊，即个清算掉伊。第二呢，因为你即摆做总统有咧民意，把这东山归还咧，咱的政府的归还咱台湾的老百姓，大家给拍破啊！结果呢，咱阿扁安那回答你知影无？伊讲哦，啊，咱就算掉啊，咱要有北等啊，系无？所以今日伫遐坐落哦，咱心真酸真艰苦，就是当初给你建议的是你无去做，转型正义无去做。但你心软，讲咱就算着啊！咱要北长，我即句永远记掉咧。我老家人讲我听，今咱台湾人就是有北长、有软心、有自信，啊，结果对付迄个中国人的心咯，咱无一个答案。中国的心怀、心肝恶干，照你讲的是作为咱民选中的两届啊呢？你犯着啥物？除了讲伊安那呢，要叛乱啊！对不对？要出卖咱台湾啦！要从骂即摆要出卖啦，无伊打我啦！今仔阿扁也毋是呢，结果呢关个脚踏干呢，所以报纸电工有迄个高压吼，高压放高压要甲他袂，大家讲后迄个代志中呢，哎、欸，我想想讲，迄个有可能呢，因为我当初底下咧关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卡靠手铐啊，吼、哦，我关两间房间啊，为虾米呢？啊，就对面惊我讲话啊！拢个千千走啊！我一两顶困两间房间相像啊，对不对？竟然有指引哦，有一只遐大只牙缸哦，唔是细只，大只的哦。牙缸竟然收入块房间内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只家己一个吼，靠手铐啊，都做梦来，也无找人看，无错啥哦。大只呢，想拢用卖个地墩的，卖地墩的就对啦吼。拢爱摕一挂起来粘啦，来塌啦。哦，安尼家己自言自语成笑安尼吼，家己念啊，无你会嘟嘟你呢？看下牙缸，来来去去啦。我是讲啊，插伊啊，咱已经性命唔知，哪有个管你只牙缸伊安尼？当时来，当时出，我都无管伊啦。到有一日先吼，环境个突然伫我的肩头边啊啦，我惊起来讲，哎呦，啊是安那开始走来我这个家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讲。这只到底是有对来，我唔知，所以我甲伊讲哦，我伫坐底啊，伫敲敲手感，啊，伫无聊啊，啊无聊吼，拢对伊只讲话啊。我讲吼，虽然我家己一个孤单伫遮吼，
啊，你为对来，我唔知。啊，当时走我拢唔知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已经是无助的人，伫即个咧等候迄落。啊，你来要做伴，我感觉真欢喜。但是呢，你我惊着啊，为啥呢？因为我反正看到你，我惊着啊。我讲你老灵性吼，你真老唔能够我惊着。你老灵性了，我讲你老灵性了，厝啊唔能够我惊着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哎呦。啊，佮过去的时喏，啊，这家算无呀，都无过来啦。我这段有几日，我来写迄个时，我也写出来。确实的，那款奇怪，佮拢无呀。是会听话吗？还是真正在凑巧？还是我碰碰的时喏，大佮无来。所以我有这段迄个时，我感觉，哎呦，阿边个靠讲，高下，入来佮你那个海送啥货呢？吼。所以阿边也受着迄个无人道迄个。你讲是怎啦？普通人你都袂使安尼交代一下，啊，困在小房间内底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是负担哦。讲者阿边啊，咱大人不幸的其中的一例了，对啦吼。昨天吼，咱讲迄个马英九吼终极统一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时间的问题吼，所以我卖讲伊，伊讲我听了讲了，血压就悬啦，真正血压就悬。哦，即个有无？哦，后来，即个重点的时吼，讲咧，民进党就是咱本土的一个政党啦吼。如果出来了，有参加民进党，民这个党部的执行长，甲政官来爱民进党员啦。伫长时间内底，所有的抗争、大小抗争，咱有参加，包括遐老国代要来、老立委、老干委。哦，抗争个包括蔡东营要用公道，包括咱做参务去台中去台北。啊，蔡东营到尾即个公道外号叫做蔡公道啦，结果公道我家己拢无用，才走去对去啊。好，我就讲，啊，台湾要行起了用公道，最好哦，我那来战胜公道哦，因为波罗的海三个国家都用公道吼、哦，但是迄个骨头里底咱唔知呀。吼、哦，到尾也来到民间有法知影，是变哪公道咧？咱讲啊，低价到得大大做伙一个条内底，还是变哪公道咧？就变咱台湾的目前后中国人、台湾人大做伙，还是变哪公道咧？这个主管阿个是伫迄个，咱是讲吼，这个管辖权阿个伫美国手内底啊。啊，你无办美国参详，讲无阮台湾要安怎安怎，拢无要安呢？阿个讲无，咱招这来公道，咱这间厝大讲，咱招几个人来这间厝咱的，咱手业来讲就咱的安尼啊。啊，所以管的唔是咱的啊。所以问题即只即来招吼，来讲民进党的时阵，伫早晚早期内底一挂语文哦，台湾主民主权啦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这台湾主民主权，这哪符合譬如哦，对不对？国迄落联合国的这个内底条例内底哦，啊，咱主心来讲好啊。吼、哦，无因为讲你有意见，我有意见，啊，但咱们做无咧台湾主民主权嘛，吼、哦，以后，但是呢，从当时甲咱解散，你知无？解到阮家己做党员都唔知啊。即摆咧，研究较知讲，伊写啥呢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哦，真无即段咧讲个，哦，小我下咱的伊哦，因为早期阮也是要为争取台湾独立的啊。哎，即句下咱，但是下骹句就倒单啦，然后呢？咱的国号叫啥？中华民国。哦，拜托诶，中华民国台湾安尼七十年吼，咱已经就不办啦。你为啥民进党背书搁杀好伊，杀做对？我讲的是吼，中华民国的寄生啊，咱台湾人你知影寄生啊无？恁捌看到寄生啊无？捌吼？我可能唔知影啥物叫做寄生啊？你拿迄个海滩啦吼，海边啦。有一只咧蛇咧吼，爱壳啊，迄个壳了后要甲会去换走，伊若伤过大只了，伊会去换找壳啦。迄种拉壳，迄寄生啊，寄生就一个壳，就中华民国一个壳。伊安那呢？伊无物件啊，也无人民啦，也无迄个物件。啊，咱民进党咧台湾即人，就定迄只寄生，迄只。啊，迄只大呢？我讲我有饲着寄生，我知影。为虾米呢？我当初是饲两只的时哦，甲旧年的代志尔尔，我之后买两只，爱饲啊，我一只就投奔自由啊，两只我用迄胶囊啊袋，唔知哪伊安尼足厉害哦，从土的哦一只就选出来啊，啊选找无呢，
四个月后啦，四个月后，我到日时吼，门开这边，嗯，阿卡伫咧，伊伫伫听恁遐，所在伫遐。啊，我到尾迄间门哦，迄门讲，伊安那即个寄生啊时阵，拢较伫暗诶所在，所以无怪哦，走了我所有拢找无一只寄生啊。四个月那阵，我日时等伊先来看，哎、欸，我看到，我掠来甲伊看，结果一只是安那呢？迄日饲哦，我拢用饲水果吼、哦，伫大只，迄个坑吼、哦，无够通去下啊啦，无够呐，系啊，煞翘伊啦，因那迄个坑就袂当迄落啊种翘伊啊，啊一只迄落讲，哎呦，啊一只迄个大只起来吼、哦，咱无所通换壳啊，你若伫野生，你也放伫迄落，伊家己去找壳啊，啊这只死，我讲，哎呦，安尼咱怎互这只死人呢吼、哦？我赶紧这只喏，全甲放生啦。哦，啊，无咱无找迄个壳较大只，或者伊个大只啊。中华民国就即、這个迄、這个壳啦。啊，咱迄只吼是咱只本土的，咱有人有土地有迄个成长啊。迄只壳未成长，咱挖地下咪煞要死，会煞成只寄生死就对啦。迄、那个壳咧未大，中华民国全世界无生意咩啊？而且伫中国遐已经是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门牌甲写出来啊，对不对？计伫大遐，啊，结果呢，咱民进党遮，毋是甲民进党尔，包括咱台湾作者本土派，拢伫即个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咧打转啦。因为你有选举的时候里头啦，选有到食大地，选无到食小地啦，都分赃咱台湾人啦。你若想，伊选无到的时阵哦，来按照5%以上的时阵哦。一人咱那个有30块啦，政党个有50块啦，咱投票可以，咱就去了钱啦。迄阵咱都无想到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仔日中华民国伊是一个空壳的，希望拍走路过来，压枪军队咱爱，所以就开始把咱台湾20个好山好水拢占伊伊行管啦，把所有全台湾上好的山甲水啦。拢就甲占迄个用啦，啊，咱台湾呢，拢夹夹，今仔就培养一挂政党起来了后先吼，未来的国民党派入来，我就讲做执行长就知影，一靠内底派七个国民党入来吼，结果安那因入来吼，大量的党员，伊个工厂、公司的员工拢加入，伫咧初选的时阵哦，伊就出线，啊，代表民进党，啊，伫议会内底为非乱作，包括即马今仔入位内底。重要关头的时候，伊就敢讲啥呢？讲哼，啊，这咱人数比了国民党较少啊，对不对？卖含底下无敌无高啊，啊，偌贵。迄、那个一个话对咱台湾偌重要，竟然你也讲啥呢？讲啊，咱人数了较少。同款的迄时阵呢，伫瘦肉精啦、啊。各位大家知影无吼？民进党的吼，好，我三暝三日去摊啊，去困伫外院啦。讲为了台湾的健康，创造台湾老百姓健康哦，表现哦，好、哦、作为正义感的，安尼就对啦。去困三暝三日，你看唔讲，嗯，啊咱的人数比伊较少，个人不拿输伊啊，个唔是安尼，做法无同。为虾米？一个话是有台商到咱台湾的大企业家的时阵哦，摕即落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改变因的迄落，因的讲法啦。来美国受到这样的心，因袂当安尼啊！美国无可能，我甲你巴结恁即个只入去创啥？免。第二派一个人啊，苏文过来呢，伊过来讲啦，嗯，啊，你恁台湾的鸡啊啊，鸡啊啊，受到心的比阮这较济咧，哇，一股拢夹伊，一股拢夹伊。所以今仔日，民进党内底有做着国民党插入来，甲重要关头的时阵哦，伊咧选举也是人咧话教哦。啊！若讲为了咱台湾，为了台湾，为了什么？咱台湾敢闯出说对一条路吗？所以你各位你知影，伊个党旗啊，因为伊也有版权的吼，我拍摄个用出来吼，伊个党旗吼，伫十字路口，咱台湾放伫十字路口啦，来表示无方向啦。啊！你看迄个台湾可能受了偌危险，迄、那个卡车来呼呼叫啊，弄着嘞。啊、所以咱台湾已经开始咧震动的时阵已经咧无方向，唔知要来甲囥伫十字路口啊！所以咱台湾何去何从？为了讲得当下咧，变做啥呢？我同时间的时阵哦，拢参与起来党外抗争，包括一个总统直选，
迄、那个总统伫选的时候，阮伫困伫咧中孝东路，中孝东路遐时喏，全迄只公司上贵的，你车头佫较起来呀，四面五日，暗时啊落雨，阮就爬起来，再下跑到阮那个坐咧，空一下咧，啊总统伫选，啊虽然拢唔知啊，哦，因为总统来伫选吼，咱台湾就出头天，甚物话歌啦，结果呢，你就去包换，若无反，若无赞成呢，你拢唔知这个台无伫的，哈、啊。因所以国民党也是，我用国台咧算了，挺过啊，啊千外个靠控制啊，啊这咧两三千万是要哪控制啊，啊千外个质量计划就落来啊，结果呢，你等于啦得到一个哪呢，一个国安的消息哦，宋美龄要摕几啊百个过来支援哦，要选总统啦，你等于就扫死啊啦，哎呦，伊讲对啊，啊你咱这财团张荣华会当几十亿呢呢？啊！靠！别宋美龄过了百呢，过了百亿个呢，啊！前面算也对，迄阵啊叫做哪总统间接执行呐，吼，就是用国台来算的。所以因为咱有空前讲要直算的时喏，你等于甲想者甲讲会对，啊，就直算啊呢，是安尼来呢，有这弊病呢，哦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吼，和各位吼，咱就动心乱知啊，你等于起来时呐，危危险险啊，第一无办底。啊，无办底是真危险吗？周围拢是遐拢迄落宦官呐、啊，甲遐因遐老国民党遐迄落滴个，迄是一届时吼，迄落侯伯村惊到个呢，先惊到咧，一车队去燕山，燕山遐结束了时阵吼，侯伯村甲讲，哎、欸，咱个总统啊，咱来迄个新店吼，广播遐耳听参观呐、啊。耳听是靠了蒋经国做啥呢？要做迄个副议长以前的时候，广播耳听的厅长啦。迄、那个耳听的厅长是咧管啥呢？管所有全国的，包括国防局，迄个也管啦。所以全部的情报中心拢伫遐啦。所谓的操控伫咧，什么人做厅长，什么人管掉的上大啦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迄阵也是伫遐。你顶回车队咱还没去呢，去的时阵吼，嚯、哦，入去看迄个礼堂啊！哦，金光闪闪啊，看这边看，几啊百粒星啊！你等于在暗中咧惊咧，讲诶奇怪，我三军的统帅吼，要来这个说，我看唔知这粒星，迄条我讲哦，两粒星、一粒星、一粒星以后，也无够鸡汤伊啊啦。你若想侯伯村的官力遐那大，如果讲三军包括连勤，所有只三星、两星，拢去底下排队来了，接啥呢？这表示甲你等于要示威啦。你若要听话时吼，你看，遮拢恁爸，拢恁爸叫来啦，你要安那？哈，这个你从迄阵啊开始咯，警觉着，拢惊着，你知无？这有时到那政变的时吼，嗯，啊，伊若无存在，咱台湾死啊，或者来遮军头咧迄落。所以吼，这台湾近代有一撮改变，就是因为民进党的时阵吼，咱了得讲，就是。中华民国这个外来政权，这其实头拢一直讲建立，这是外来政权，免那个消毒要出来，无来着，咱遐拢甲中华民国宣誓要做人的总统的，我系啊，心里咱台湾人阿衰了，有在自相矛盾呢啊，所以咱来想讲，因大官无用体制来咧改变，所以体制来改变了，拢伫体制来死啊，啊，咱伫外国的人呢，拢互伊这个观念，讲来体制来改变啊死啦，看到民进党心调黑心咯，无要长发选举，叫做体制外控制。体制外抗争啦，三省之内鸡兔之争，鸡甲兔之争啦，就是每个岛下人讲个长发选举啦，咱是要体系甲改变啦，创啥货啦？啊，新调下讲卖，我来行落街路抗争，结果有一当个是甲台中召集会讲，哇、哦，啊，人个每个岛下吼，伫选举吼，后调议员后调立委好又湿湿啊，啊，咱只新潮流个吼，甲落讲要加唱歌啊，但当面的体制外空间哦，做挪输啦，所以那改变观念讲，啊，咱来参加选举，所以今日来，而且选来到底吼，从清迄个新调系，秘密的都有较强，因有组织，因在那找人，去各大学就找遐学问的，遐学生加入面的组织团队，啊，来推动我这形象，迄个清新呐、啊，形象好啊，老百姓支持啊，而且呢，今日慢慢的掌控了，啊，变会选的是哪些的掌控，啊，应该要选的是哪些，要先要掌控。所以我讲，今仔日咱来讲的新吼，新台的卡塞里行伫阮的脚步过来，就是要助力台湾独立的。大家来辩解你啊，辩解你啊！今仔日甲国民党背书，为什么台湾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？
就替中华民国背书，和国际上的人就讲，恁家迄个本土的台湾人，那是认定中华民国是一个合法，还是从啥物？和延续延尼哥啊，拢伫延续来。今日马英九替背书，我继续同个抗争啦，我选举马英九来我抗争。你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但是阮台湾用中粗的国语文嘛，用伊的主名，但为什么你今仔日啊改做讲咱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？所以这点是我无能接受的哦，因为当初我咧读这时，旧金山合约时，咱无读到。我问作些律师的朋友，讲因咧读研究所，然后无读到旧金山合约啊，迄第二十三条咧写作的，伊的美国咧才占领国啊，占领国有义务，伊通来协助咱这来这，咱被占领的啊。就干涉的时是马克思一号令，普通一号令，讲来咧就近吼，来这来这来接收了。也予伊接受对只迄个奥克纳瓦，所以奥克纳瓦1972年的时候，伊就归到向日本啦。伫奥克纳瓦以前的时阵呢，伊都发一领旅游证件啦，吼，迄个阵啊，伊就因为你是被占领过，你也无 passport， 你也无国家无创啥，所以发一个旅游证件，就 travel document 这样。啊，今日咱台湾民政府拿来美国要争取的是这张啊，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籍的，我家了只本土台湾人有一个后裔的。后移就对了，就本土咱本身的时候，1945年到1970年以前出世的，就本土台湾人，啊，老爸老母就正本土的台湾人，所以这是美国给咱教的，我要怎分辨你是台湾人、中国人？啊，不是讲台湾的就讲中国就变台湾人呢？不是呢，你证件摕出来啊！所以今仔为啥较袂好咱清这个身份证？这身份证 IC 卡今仔是见证外围人模仿咱，搞恁伪造，不是伪造。因若是讲要表白和中华民国有区别，所以要有台湾相，这是真好哦。但是你和老百姓唔知，这张会用一卖，啊无晶片，凊彩创创的讲300块，哇拜托的，啊有讲100，这话玲珑呢啊。迄多含迄个山寨版的中国迄个做的会讲，白白迄个会有300、200、500安尼相像，咱这唔是呢，咱是一个政府一个美国要认定的呢。咱所以才上课，啊，报美国讲啊，咱有来真正上课，咱袂干那私信也袂使啊，啊私信会过节啊，无讲啊，要单纯私信落啊，阮到整只电脑来私信，袂使啊。为什么你啊千挑挑挑千里啊才上课？我要搬山过岭，就是要出到你唔是人头嘛，你是正港来才上课，来才接受这个新的观念。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是走路政权、流氓的政权。今日台湾正港本土的政府，说台湾两个政府嘛，一个流氓的中华民国，一个正港的，就是咱本土的台湾民政府。今日好个在有咱个别国哦，咱的秘书的林志坚博士带领228个，用228这个数字个别国，伊的功课应该恁能知影嘛？一心二心，到即马天理最高范围嘛，咱大陆无国限嘛，这美国范围破伊三权分立无？迄三万户你要死咧，最后若判咧，美国安尼也袂违法，所以咱是有这个护心符的啊。今仔伫外口迄种革命的造谣串变骗下海个啊，咱伫外口做着做，但不做做些，咱一个甲讲用迄诈骗集团呐，伊人唔敢对我甲讲咧诈骗，我是诈骗你啥货？等到你那是诈骗集团咧，一个最大金光党是国民党啊，啊另外恁那财阿党的迄啥物，恁那是诈骗。要选举，就叫人乐观，叫人募钱，叫人创啥物货？表面讲我为了台湾在做，你有甲台湾做啥物代志滴？台湾今日还佫伫咧政治任意内底，咱无国名，咱无国号，咱无正常国家嘛？恁干啦为着选举利益，尔干啦苦苦咧？干啦来选举，我哪能出钱呢？伊个要参政呢？啊，着佫叫人呢？今日想想讲有够戆啊！阿爸多阿都戆戆个都戆过啊！今日佮有机会，可能发觉着讲吼，今日个美国是正确的。因为做美国力靠我甲中华民国赶出去，你无看到美国迄个骂的，给他速度偌紧吗？迄毋是咧，胡茂迄个签落哦，我讲哦，迄后过了时喏，够一件吼，物流啊，迄个愈严重诶，迄了咱台湾死几片诶，咱无一人物件做会比中国大陆较俗诶，咱无管一几摆吼，拢啦贪俗买高山啦，做一个贪俗落啊啦，结果咱台湾死几片诶吗？啊，所以台无地角，所以咱咧，咱讲吼，迄在下党你也真实讲，
无老者靠遐后破书啊，什外国书的，你会想讲，哎，咱台湾今仔看奇怪，咱中国无要承认，啊，美国、日本台湾无承认，拢是一个管理当局。哎，恁看无要想讲，哎，啊，到底咱台湾的新闻是安那？是细伢仔囝吗？是往人来有钱的吗？人拥住吗？你无得想看嘛？讲咱的新闻是安怎？唔敢了一段时间在考虑这个新闻，研究这个新闻，啊，看要怎解决，拢无。结果，予咱普通老百姓模模渺渺。所以我想讲，今仔日咱所有即个家第十六期的国际班，有即个福分来接受咱台湾民政府的即个论述。咱的论述，那如果那袂用得，所谓外口就对啦。即马在部委啊吼，半只包都袂用得啦。遐拢是对中华民国在寄生啊吼，对咧生活的啦。咱伫咧咧大概迄个壳，中华民国迄个壳咧袂大啊，啊咱变啊生存。你死啊！我咧死个假声，我知讲，哎呦，哦，这含我即马今日讲个就有道理啊。迄、那个壳在中央面，迄、那个壳在袂大，啊，咱假声会大呢。咱伫咧心哦，我你个伫咧壳咧死啊，来死啊。所以咱拄好有这个机会，咱的秘书长的心哦，来个别国了是这条路是千真万确的，啊，无要讲靠这知影党，可能台湾老百姓吗？要甲骂挂嘴，要甲中央面挂嘴，无可能。选举选输伊，其他用咱台湾人资源哦，来买收啥？买收咱遐政治佬啊！用咱的钱哦，咱的税金钱，包括今仔日咱的民政府，老可能摕恁的钱就要侵入咱内底啊！迄哪有可能啊？买就买啦，甲你分化，甲你制造，甲你破坏，你这团体若无，因中华民族继续存在落来。哎，咱就悲哀无，所以我是甲必须咧建议吼，咱所入来这学员啊，马紧三教九流归拢入来马紧，但是咱看伊平时的表现安怎样，伊若对咱的疑问，歹势伊就自然该离开啊。今日论述是含目前伫台湾这社会完全无共款的，咱的论述呢是今仔日咱台湾的管辖权是美国有占领，哦，是美占。但是最后的主权在哪里？那个日本天皇，因为当初清朝是挂日本天皇的，今日在台湾日本政府的，所以马克思无甲日本天皇处理嘛。马克思派杜勒斯的三届去找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伊唔知啊，当朝延期发动这个战争的是唔知啊，所以唔知了是，所以迄个马克思是吼，甲日本天皇无处理。日本无天皇无出力，表示这日本条制度还存在，一制度存在，表示较早管理还个低嘞，迄叫大日本帝国。所以今咱台湾唔是由日本政府个，唔是。所以咱呢，咱个要求，就希望讲，中华民国个九十万大军当初过来是用你美国军舰迄个载过来，歹势，我个要求你个载倒等于，要载一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油载你看要载一堆了吼。另外七点面，听讲即摆平潭岛有啦，迄、那个平潭岛福建了吼。比台北市一倍半的大啦，伫遐大兴土木啦。中国伫旧年的是六月的时候就发布啦，因欢迎因中国就蒋介石抓过来迄批难民啦。中国伊讲是难民咯，啊蒋介石是讲农民咯。因讲欢迎这难民吼，那台湾袂大，会当等于大遐啦。啊，所以因有所在，难民烦恼伊无所在，时间也无所谓，咱台湾能够出所谓，我等于马紧哦。啊，所以伫台湾政府诶时阵，希望诶，来讲最起码美国政府着把中华民国伊直接甲咱霸占诶，离开了后，咱台湾何去何从？这毋是今仔讲我说了算啦，三人说了算啦。由于即个看台湾的整个诶局势安怎，第一有可能先那个卖选举，选举诶时喏，社会动乱诶时喏，连翁仔某为着要支持三人来相拍啦，吼、哦，卖个讲迄落对啦。啊、所以呢，暂时了，予台湾稳定了一段时间。依照咱的秘书长估计，啊个依照美国予咱的资讯就对啦。那美国入来了，咱台湾的生活吼，胜过于水洗啦。既然恁台湾有信心就对啦，胜过水洗就对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咧拍波啊，拍伤过慢去啦。有当吼，就是讲啥呢？讲咱吼，唔免国防。每张几千亿个，咱免外交呢，
咱外交的美国派，我即摆在台湾属于美属的，对不对吼？美籍不是美属的吼。然后呢，也免外交，无像咱即摆一党吼，开几落百个。哦，遐个呐，因外交收兵啊，外交收兵是要办啥物外交啦？你也唔讲我中华民国改革唔是啊，慢慢要用规定是一句伊啊，遐外交两面啊，一党先过六百个，干那国王甲这是规千个加起来吼，咱的劳健保都唔免交啦，规伊斯兰都唔免交就对啦。马紧呢，美国来来这下时吼，伊的基地要安怎呢？那成功，我见到有无？伊向日本代伊做一个普天基地啊，伊还租金互因呢？你关岛迄个所在，那些呢有租金互因呢？中途岛遐啊？唔是我该霸占，我该占领的时喏，你想我，你是我占领的时吼，伊个也免钱嘞，唔是呢？同款，咱的内湖啊两万几平，私搞的时吼，这个基地偌济，你爱叫租金荷兰，青砖工遐轰炸机也让起落遐，还是遐个叫声要偌济荷兰？咱家个美国收租金吼，咱就不得了啊！咱免劳金，劳金不拢免的了。咱以后读囡仔读些中啥拢免啦。必须留过嘛，十八岁以上大拢配厝给恁嘛。为什么？咱即摆厝两百万外间的呢？两百几万间来扛厝呢？迄种啥物事？啊，了天气嘞，交予银行啊，啊银行呆账啊。即摆作势嘞，扛厝拢是安尼呢。哎呀，钱到尾还是喏，拢呆账了是，毋是拢咱老百姓的钱吗？所以咱的必须丢来看啦。来，以后你啊，十八岁上无厝，大拢爱有厝。正讲个就讲，人人有屋啦。这点你啊，绝对有信心。祝咱台湾民间有较做会到。为什么呢？把所有这薄荷啊，拢挂掉去；把所有这毒瘤拢挂掉去；把所有这粪扫嘞，规拢清清走。咱台湾是呢，老无民间屋哦。你搁换啥物？因咧讲个啦，政党轮替啦，啊，烧像安尼啦。咱过了无尊严，咱不但无幸福，过了无尊严，这是事实咯。所以，咱的期待，但目前呢，继续，大家协力安怎呢？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所以，当因啊来讲吼，讲恁诈骗集团，我拜托讲你是诈骗啥货？你讲啊，是你点了诈骗，我是诈骗啥？我搁干袂出钱出力呢？我个人办公底下是，我咧上班咧，拢家己诈骗东来呢。啊，我若有当家诈骗东去，我无诈骗东，我来凊彩食伫路边食面尔尔呢。我为虾米一点心嘛？最后台湾你若无行这一条路，是要用对一条脚来解决台湾的代志。有做咱个别讲俩用法律，所以咱讲俩有无？咱有法律哦，咱一个有一个法律的迄个有无滴哦？嘿，咱用法律哦。今仔中共上惊也是拢法律，伊这法律的时阵惊到数字拢会通啦，武力吼招天下嘛。所以咱是公理。二次大战的时阵哦，旧金山合约内底，迄二十三条写足清楚。啊，所以咱要过这条，啊，即个咱台湾名为转捩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是当初为啥个无讲宣布撤军呐、啊？撤军呐、啊！奥巴马要甲伊拉克底下七党有无？伊就规日宣布撤军，或者正式撤军，交予当地民政府。啊，今仔有奇怪，迄阵还无宣布撤军呢？啊，所以讲即个咱台湾名为啊个一丝希望啊。今仔美国用撤军啊，歹势无啊？哦，咱无理由通去通去过呀，无理由通去了。哎、欸，他是多几条啦。哦，所以咱的秘书长呢，因为阮当初受人这样熬一个人哦，个别行，所以当初伊个行的时候，我感觉足奇怪。哎、欸，啊，秘书长是好多人用什么来过啊？哎、欸，用啥呢？用人权法，啊，用啥呢？就将那合约这定掉吼，啊，搁用迄个战争法。哦，啊，你过了是搁过会行呢？啊！阮当初收人家，阮一人收五万块吼，要个别讲呢。啊！阮奇怪，阮毕业者，阮毕业者的时阵吼，个别行。啊！你也无毕业者，你个会行。所以今仔日，阮较早拢行唔着门，今仔日行着门的是不咯？希望咱各位大家同心协力，外口来咧人讲啥的吼，卖个信道，迄作者拢国民党阁派入来，国民党入来摕钱来买收的，甚至以前老人叫国民党来叫人。摕这个上课钱入来遮，我收集资料创啥？歹势，即摆拢个切切嘞，切落清清当当，吼、哦！啊，大家同心协力，对恁绝对无败害。恁要请身份证，我来上课，以后叫你亲戚朋友，搁继续初级班，初级班来高级班。因为美国甲讲哦，咱要遮政权，你若培养遮个人，要用即摆国民党即批人进来遮，包括民主党个，是要哪用？伊个想法含咱遮来。接受这论述的无同嘛，啊，所以因为时间的问题，
吼、哦，后壁咧讲讲时间到啊，可能大家吼要食饭啊，吼、哦、啊有机会大家来，以上啊希望咱各大乡亲绝对要有信心就对啊啦，吼、哦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今日